我的车嘞！快点前往房子。嘿，这台是我的，这台是我的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他一开始一定要，明明可以一个人一台，你们两个人硬要在那边小七八两个人坐一台。OK OK， 快点快点，不用开了，车到了啦，不是车子到，房子到了啦。拜拜，阿塔阿塔，你在哪？上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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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看看，我看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帮我叫一，帮我叫一九，帮我不是，帮我叫一九。等一下，阿塔，你帮我叫一九，你先回来。不是，不行，我已经出事，我已经出事，我现在不能动，我现在不能动。不是，你赶快现在救我！不是，我不行。不是你在哪里？不是我卡在树上，我卡在树上了啦。快点上车走，我们去找。等一下，先叫救护车，先叫救护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现在叫救护车。救人的，救人的。不是你旁边的树，你有看到我吗？先叫救护车，快点，先叫救护车。哦，看看，哦，好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 ，OK，OK， 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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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叫救护车，不用叫救护车。好好啊，在哪目的地嘞？不是百发，你要开去哪？在这里。百发，你是啊，人要比车凶啊！你看起来有箭头啦，是这个吗 ？Pet Shop 这里啦，这一栋啦，这一栋啦 ，Queen 在哪？在哪？栋啦，是那栋吗？错了，他没有烧起来啊！我要怎么下车啊？我不是你不要，你不要强行，你不要强行进人家家好不好？旁边巷子头上有一个箭头，不是啊，不是他那下车啦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那一间一定是烧起来，不是啊，所以他才让你开车呢。你说什么这么近？你有看到消防员走路去现场的吗？没有吧？有啊，走路去、欸。消防员卡在树上吗？消防员卡在树上，我相信是有可能的。他如果有一些、欸啊、到了吧，这栋吧，没错吧，这栋没有问题吧？是吗？不是这栋，看到底是哪一栋啦、啊？没，就是这栋啊。就这栋、欸，就这栋，就这栋，里面有猫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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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门，开门，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啊！警察立线。哎、欸，这很夸张！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觉得你们要跟着箭头、欸。我听到猫声，我听到猫声，走开！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你不要，你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你不要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你很变态、欸！你都只注意人家有没有穿内裤，你不要抓天花板。你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。我要等什么？你先等一下。不是你先下，猫咪在下面啦！我要叫你等一下，就是要跟你说猫咪在下面，你先救它。猫咪在楼上，在楼下，不是在下面阁楼。百伴你自己下去看，在瑞塔那边。在楼上，猫咪在楼下，在楼上。不是，它有五只猫啊，它有五只猫，你这头上有个箭头。不是，他没有说要救猫。等一下，你过来，你等一下。有，他有说你先，你先下去。推我。你这个应该要靠这种好处，一定是要靠个人。抓到！哎，真的是要把猫带回来，真的有五只。哦，那简单了。哎，那个猫叫声好凄凉。那个猫咪，那个你没有养过猫，你不懂，你不懂，你不能这样虐猫啦！你看那个猫都叫成这样了，你赶快把它放下来！你赶快把它放下！你赶快放它下来啦！你不要这样抓它！没有穿内裤，我已经没有钱买内裤了。要不你们不要抓、啊、那个猫叫成这样，不要！我抓猫，我抓猫，我抓猫，猫抓瑞塔。不是，那个猫咪看起来超可怜，你们不要抓，你们不要抓那个猫。你们不要哦！等一下，放手、啊，你放手、啊。这个楼其他猫在哪？肉块当老。等一下，我救一下，我救一下。刚应该有人回锅，谁回锅？不是，应该在上面，应该要放上面，应该要放上去。对，要放上面、啊。哇，叫成这样，好凄凉。就是说你们真的很夸张哎。有了，有这边就是他的位置。等一下，我救一下，我救一下。放下他就。啊，放下什么意思？啊，放在哪里？屁啦，那是我一分，是我放下的好吗？要拿去放上面啊。哦，放哪？哦，哎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对，他刚开始抓着我的手心，然后丢高哦，他。等一下，哎，我是帮你找到猫的人呢，我帮你找到猫啊，你还在那边，真的是。这要怎么拿起来？哦，心火如金呢？等下啊，我这样到底是？心火如金。可以抓不住猫。抓住，抓住，抓住，抓住。来来，我抓住，我抓住。我的。哎，屁！哎，干，不要抢我的猫！我不要，哎，抢，哎，这个猫尾刀搞。这个猫叫的，这个猫叫的真的很凄凉哎、欸。那是我的，等一下，是我的，那是我找的。哎、欸，是送到二楼哦。二楼啊，莫福，不是我们刚刚上去的房间。哎、欸，你把这个分数还给我。哎，要照位置牌吗？来，要照位置，要照位置。有对照啊，一个萝卜，一个坑，一个猫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要，真的，哎、玩这个，把我的。
分数还给我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 ，OK，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。三分球。等一下等一下，刚刚是有有。带球过人。等一下，猫咪不是球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、你们就这样子卑鄙啊！我要转换。是这个吗？下一只猫人。然后还有谁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，好笑。哎、欸，有人呢、欸，我可以带人过去吗？啊，旁边有猫啊，看就是猫。好好好，跟你们讲在哪裡？好，这样应该可以，这样应该可以。刚应该没有那个吧？他这边。好啊，没有什么，他不会跑，他不会跑。不是啊，我说肉块那个。哎、okay 欸，我看到远方，我看到远方了，我看到远方了。百八在，百八在哪里？我的，这我的。不是瑞塔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没有算，那个你没差，你给他。不是，那是我们自己在算的。对，那是我们共同。你不是，你不要去。不是共同，你们两个，你们等一下，你们不要检讨。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再检讨。不是，你们先等一下，你们先等一下，不要。不要全部纠缠在一起。我百八，我抓百八跟抓猫一样轻松。不要抓我的脚踝，放开我的脚踝。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，那个猫要被你抓开了。你看那个猫，你有听过那个所罗门王的故事吗？有一个妈妈跟一个假妈妈在抢一个小孩，可我们先，然后他们请所罗门王评判这个小孩是谁的，然后所罗门王小孩是我的，小孩是我的，小孩你要左边还是右边？啊，最后一只猫嘞，我的不知道去找啊，在混，嗯，他不是都会这边有竟然有足球场可以玩玩玩球哎。他不是都会有轮廓吗？他不是都会有轮廓？我刚好看到轮廓、啊欸，而且我看到有哎，这可以玩呢、欸，这足球场竟然可以玩。我有看到有人坐在他家门口，看起来很失落，不知道是不是、欸，不知道是不是被开除了？你还好吗？那个猫，那个人主人带上去教吗？你要不要把它拿起来，拿上去教看看？没，那、啊、我们还有差一只猫哎，哎、啊，剩最后一只猫在哪里啊？没关系啊，其实人生哎，帮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刚刚到前面的朋友补充一下，真的没有关系，一个救猫的任务，真的没有关系。没错，有五只猫啊，走失的五只猫找回来，就这样，这么简单。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一定很不好，但是真的没有关系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猫累啦。你不要听他们在那里嘻嘻哈哈，人生还是很美好的，对不对？来，你起来，我看这个人，这个人拉不起来，靠，哇，这个人，哇，这个，啊猫嘞，啊猫嘞，不是瑞塔，你为什么跑去捡垃圾？找到了，在哪？在哪？是狗，还是小吉呀？猫咪怎么会在狗窝呢？我们在找那只绿色的，你们来这边看，你们来这边看，这边。这边有只小吉耶、欸，有啊，喔、我刚刚看到啊，蹲在里面啊。你看这边有只小吉，我来找一下猫咪，这边都不能进去、欸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臭乌龟，臭乌龟哪里？我不告诉你们，为什么是乌龟？自己想办法把它救下来。我刚刚在想，会不会在天花在树 在什么那个高台处啊？哎呀，我听到猫叫声哎、欸，你们两个，我看你们是找不到的，在哪？哎、欸，我听到哎、欸，我听到一个猫在哪啊？是不是在天花板上啊？在屋顶、欸？还是其实是从二楼发出来的？这样有点不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干百八干干！等一下，我要救猫，走开！你要救哪？救猫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没有，我还没上车，我还哎，猫、欸、猫现在，猫现在，猫现在，那我救，那我救。哎、欸，我救，我救。哎、欸，那个电线杆是我撞的，你这个、啊、来来来，救到了，救到了，救到了。谢啦谢啦，分工合作，分工合作就是这样啊，这就是分工合作啊，没有问题。分工合作，那是我的分数，你们这两个人都抢我的分数，我三分。走开！等一下，瑞塔，不要抓猫，不要还我，不要抓猫，把猫还我，不要抓猫，放开！我没有抓猫，我抓的是，你抓的就是猫，不要不要抓猫，没有人想要放，不要抓，我们一二三一起放，一二三，一二三一起放，二三，你们没有放啊。没有，好啦，一起走上楼梯，不是一起走上楼梯可以吧？好啦，一起走，一起走，一起走，可以吧？啊，分数是我的，不要抓了，抓不上去的。啊，分数是你的，分数是你的，跳起来啊，跳！不是你卡在楼梯间怎么跳？我没有卡在楼梯，是你卡在楼梯。好了，可以放了，可以放啊！任务完成，任务完成，任务完成。救命！猫猫都被猫都被撕烂了。哎，为什么我不能？我不能 H？ 要按什么？干嘛 H？ 按 H 是喇叭声诶。好、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他说回到总部啊，回到总部。哦、好，我觉得太轻松了。哦，我们来，哦、什么难一点的、啊？这个好简单哦。嗯、哦，好嘞。那我们来去躺下，你按是按什么躺？可以躺就不要站啊。
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，按 R 可以躺就不要站啊。他可不可以只要一个人去，一个人去出任务就好？我想要在这个城市逛一下、欸。哎呀，我觉得灭火很好玩哎、欸，我觉得灭火看起来很夯。有灭火吗？很简单哎、欸。等等，你难度高一点吧？还有没有高的？还有没有更高一点？灭火哎、欸，三颗星，三颗星，好。还有更高的吗？可以啦，比猫咪难了。没有，没有更高的吗？真进化。哎、欸，他每次都要去车库开车，很累耶、欸。不是。消防栓本来就是这样，哎、欸，这个花园是可以换衣服的意思吗、欸？我觉得你们其实可以不要开车，我觉得你们人走进去就好了。不是很远呢、欸，很远呢、欸，你知道吗？你走过去就知道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换衣服？可以换衣服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哦哦哦，哪里？真的哎，哦哦，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哦，你哦什么啦？哪里啦？你给我过来、啊！我看到你换衣服，我也要换衣服，我要回去换衣服。在哪？在哪？啊，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？小鸡好可爱、喔、哦，鲨鱼也好可爱哦、喔。你在哪里？可是这个仙子，我是不是应该换仙？当然不能跟你们讲啊，怎么可以跟你们说？花园吧。哎、欸，这是为什么这个？哎、欸，这个肉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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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，我要肉块。不是这哇？怎么、欸、有一个螃蟹？是 C 当 please 吗？还有个火鸡。啊，没有螃蟹，啊、我看到是火鸡、欸。真的，真的可以。来来，瑞塔突然出现。狐狸猫头鹰。好了，我决定要穿这个，我决定要穿这个。还有一只鹿，还有青蛙啊、欸！我觉得粉色应该是、啊、粉色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我要鸡腿。好，那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我小仙女没有，我完美属于我的衣服。这完美属于我啊！这超级，这根本就柔柔公举，完全没有问题啊！啊不要不要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只鸡，我要这只鸡。我要鸡啦！我是鸟情系啊！你要鸡？怎么你是怎么鸡？闪电！他家禽系耶，家禽系当然要给他鸡啊，没有问题。你有选一个别的哦，鸡是我的。啊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好、啊，那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要这个。快啊、哦，小鸡，小鸡出发咯。对啊，我们是小鲜肉啊。哇哦！瑞塔，赶快来看我小鲜肉。我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换皮肤、啊。哎、欸，你这个臭耳机，走开！你这公鸡，梅西找公鸡。好，我这样好，应用。好啦，要出发了没？要多久？我是小仙女。屁啦，我才是好不好？哇，你好丑哦、喔！你跟我一模一样，很好丑，你们好丑。哎，我们是哎、欸，我觉得合理耶、欸，因为我们双胞胎穿这样完全没有问题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不要，我要换掉了啦。你怎么穿这个啦？我以为你会穿别的。不会啊，哎、欸，我小鲜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是你为什么不这样穿？你为什么不这样穿？你应该要这样穿啊！大家都是这样期待的啊！你要符合、欸、这边有鱼缸哎、欸，这个你要符合我们的人设。等一下等一下，这鱼缸是可以泡的吗？看一下，可哎、欸、可以可以可以、啊。为什么你爬得上去啊？为什么你可以爬、啊？那我不是啊，这就跟智这就跟智慧有关系啊！啊，左手卡住右手，我的右手卡住左手。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那个。就是怎么讲，那个叫什么高汤啦，煮高汤啦，我们现在肉块煮高汤、哦、啊。瑞塔，我觉得你这样没有比较好哎、欸啊，你要么你干脆换鲨鱼、啊，你热狗又不符合，又不符合你人设、欸，不合做什么？走了，你又不是热狗，你什么时候？哎、啊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好像出不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卡住，要死再抛啊！等一下，我好像出不来，哎、欸欸，快点来，我们的城市要再抛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，嘿，对呀、啊，好好，来来来来，我开车，我也要我自己要开一台。哦哇，你要缺呢？就跟你们说不用开吼。不是，你真的要开，你要缺呢？你确定？墙壁上就有数字。哎，干你！你看看，不要撞我！跟你说不用开，不要撞我！看你开车就开车，装屁撞哦、喔！对啊。披萨店，快点走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披萨店烧起来了！哇，这是一种烤披萨。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好，我已经上车了，我已经上车了，你可以出发了。上车，走走走走走。谁开车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海巴开吧。瑞塔会不会开车啊？快快快快！我会开车，我要被挤出去，我漏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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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！哇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奇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没有在开车啊？怎么是我？我没有在，对，我没有在开车啊？怎么车子自己动起来？等一下，你前往披萨店。海巴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车没办法开啊！这个车没办法。不是，哎、欸，我卡住了，出 bug 了，哎、欸，我卡住了，我 bug， 我出 bug 了，我卡住了。要叫119吗？不是现在车是不是还在动？车是不是还在动？没有车，现在我在动，车现在我在动，我要继续案发现场，我不等你们了、欸。我卡住了啦，我不会动了，把我拉走。要叫119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也不会动。
等一下，我也不会动了。等一下，我也不会动。哎，我又会动了，我又会动。我现在的状态是我正在开车，可是我不在车子上。你在哪里？但是我在开车。没有啊，不是，我在。没有啊，瑞塔现在抓着你。我的状态是在车上的。屁啦！你看我的画面，你跟瑞塔两个人，这本就是昨天晚上才刚趴完，现在还想继续喝的状态啊。我的画面，我现在整个人真的是我的状态还在车上，我还没有下车。没有吧？你在瑞塔旁边啊？有啦。你不是我的人的角色的状态是在车上。那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什么？什么？就是我人不在车上的画面啊。不是啊，因为你真的人不在车上啊。是啊，可是我的状态还在车上、啊。瑞塔有 bug、啊。瑞塔直接把你拖到案发现场。而且我没有办法下车呢，我没有办法移动了。我觉得我要，我没，你觉得我要啊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按 ESC 它有一个复活，复活，它就重置。哦，瑞塔喷走，瑞塔喷走。好，小鲜肉要去救火了，小鲜肉要去救火了。可以。我看到了，披萨店。这个火要怎么救？我在这里看到了一台电风扇，电风扇可以救火吗？电风扇有没有救火功能？这个电风扇，电风扇怎么救火？我跟你们讲，拿那个啦，消防栓啊！这个电风扇好像蛮强的，这个电风扇好像蛮……消防栓可以敲掉，你们可以把消防栓撞掉，我来把消防栓撞掉。不是消防栓撞掉的水也只会往上飞而已啊，哪有用？那我进去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人。不是瑞塔，不是你这样会变烤热狗，你赶快出来，瑞塔，等一下。里面有一个人，到底是有没有人？瑞塔变烤热啊，在这里啊，靠呗、哎，找到，你救火要用水啊，这里有水，这有水桶啦、啊，来，水来了，出来，里面有一个这个快死亡的那个傻看这台车要出来你为什么要？可以，消防栓来了！树烧起来，树烧起来，靠！怎么办？不是啊，我们要旋转枪啊，来了！不是啊，你那个只是增加事故而已啊，要拿桶子装水吧？没有事故，应该是要拿桶子装。高空气中的湿度这样子就可以。感谢柚子哇！它下雨之类的。可以。这个好赞哦，这个。哎，水没了。感谢塞尔达柚子盛情大德的爱与。我们把树撞掉，树就不会着火了，对不对？合理吧？那我们那你把房子撞掉看看。屁啦！你以为他那个是什么肌肉车吗？消防没有房子，不是这里有灭火器了，靠呗！着火了啊！这边有装好水的那个啦，灭火器啦，这有灭火器啦，用灭火器就好啦。灭火器，你是说真的灭火器啊？我水倒完了，我水倒掉了啦！有了，小鲜肉救火队，小鲜肉打火队，打火英雄小鲜肉。哪里还？灭火器拿了就开始喷了，不是你等我？对啊，你也等我，要救火再开始喷。不是这个灭火器的方向有点，这灭火器有点不受控制，楼上应该也可以喷吧？而且我刚看到楼上还有一位小姐，小姐。奇怪，我再这样子不会变成烤肉吗？我已经整个人深陷火海了，这样是正确的吗？不是啊，你们去哪里拿到灭火器那么多灭火器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店里面本来就都会备有灭火器啊。上面那个热狗，哇，这个小姐烧起来，这个小姐烧起来！我把小姐从二楼丢下去，你接一下哦。瑞塔有看到吗？好，要接哦。火焰之王，好，来了。屁啦！接了。你没有接小姐。越旺啊！我百八变烤鸡。汉堡的那个屋顶上面有一个灭火器，我去拿。汉堡的屋顶上没有，百八那个门口那里有一个。门口那里有一个，对。进不去哎！我要怎么办？我要拿，我哪里还有灭火器可以拿？你旁边就有啊，隔壁店就有一根啊，我刚刚看到啊。不然你先回总部，回总部请求支援。好，我们都快过关了，瑞塔在混。这个应该可以扑灭吧？你们在？为什么你们都有灭火器？26，我们真不是你作为不是啊？隔壁那间店就有了、啊。不是你当初你这个消防员执照是哪来？鸡腿买的哦、喔？你是不是用热狗堡？你是不是用热狗堡换的？用热狗堡换驾照、喔、他又没有那个没有考试，没有考试，你没有考试就可以当消防员了，是不是？我没有百八，不要跟我抢，不要跟我抢，看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救下来救你啊！我不行，
看我不行。救你。嫩。哎、欸，他后面写着 I hate pizza。上面有啊，谁写 I hate pizza？ 扑灭了，扑了吗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这边这边树外面还有一根树，还有一根。哪里有写 I hate pizza？ 没有啊。后面树、啊，这里，快点，小弟快来，树啦，快来树啦，来，进来树啦。哎、欸，这个火则越来越大是怎样？这个洗不了、欸。可以啊，有啊，有变小，有变小。哎、欸，这个、欸啊、这不是因为电风扇就吹了？没有，电风扇吹了。你应该没有关系吧？跟电风扇吹有关系吗？电风扇会让变大吧？不是，它有这么物理吗？应该不可能吧？有吧？夏达传说都已经做这么久了。不是你有在灭火吗？对、啊，我觉得这个火没有变小呢。我觉得不是这个的问题呢。我觉得灭火可是它确实烧起来了，不是吗？哎、欸，看，不是他是不是那个火灾的类型不一样？不是我分什么 A、B、C 型火，你看，不要再吹他了。欸、他吹等一下，我再拿一只，我再拿一只来试试看。啊，如果你们俩两只在吹呢？应该是。哎、欸，百八，你刚撞树没有成功是不是？我没有去敲你哦。你刚开车撞没有成功啊、哦？没有用啊！我们是不是要去拿什么消防斧来把这个树砍掉？哎、欸，对啊，确实，因为这里真的只剩下这个火源了、欸，哎。哎、啊，不然，哎、因为刚刚有一桶水被我洒出来的啦。哦，就你是你害的啦！屁啦，那个水桶你最好你们也可以拿，那个超难拿的，好不好？当然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不就是水桶吗？快走！干，不是，用啊，不是你撞树还撞我啊？你就是树吧？伐木工、欸？不是，救命！你穿那么丑，你穿的才丑嘞！看你拦着那个样子。啊，你们两个孤笑憋美味，五十步笑百步。哎、欸，好像不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不行哎、欸，我觉得树是有什么问题？哎、欸，还是它的火源其实是在上面？哎、欸，靠背哦。哎、欸，这个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，我觉得这个方式是不对，觉得这个是有问题。bug 吗？哎、欸哦，我知道了，哎、欸，旁边有冰淇淋店，我去拿冰淇淋来灭火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这个，他这个，还是这个真的要这样把这棵树烧掉，不然他这个面这个扑灭吹风机、电风扇是干嘛的？没有干嘛，电风扇没有要干嘛，它会动不代表它要干嘛？屁呀、啊！你以为它是电锯，你还想把它切掉？哦，天哪！不要再造势了，已经够烦了。这个很合理，没有树就不会有树烧起来。嗯，这里没有其他别的什么可以燃起希望，还有 A 可以燃起，不是燃起希望，能扑灭这个火源的东西吗？扑灭希望。哎、欸，这边有那个特斯拉的那个车、欸，哎、欸，这边有一台车很酷哎、欸。啊，你说特斯拉那个最新的那个小卡车？方方长很丑那一台啊？真的是那一台哎、欸。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我有看到。哎、欸，这开不了。这个加油站的油可以拿出来用吗？不行。啊，这棵树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我去哦。哦，我看到 I hate pizza 了，I love burgers。不是瑞塔，你在干嘛、啊？你像个法米猴子一样，你在干嘛、啊？你在干嘛、啊？我想说，你要去哪里？去上面看。你为什么要爬树？你为什么要爬树？我想说从这边看看、欸，我记得，哎、欸，火要熄掉，你看，火要熄了。没有，我记得可以爬。啊，变小不是就要熄掉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记得，哎、欸，还有，它就跟你的健康问题一样，会变小，但是不会消失。对对对，欸、然后这样，你们到底行不行啊？这你看，我觉得它，你看它真的变小了啦。这样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游泳池，哎，我是不是有办法？我用、欸、你是把树移过去让它泡水吗？应该可以吧？这样，哎、欸，也、欸、不合理耶，我觉得不可能啊，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样，我也觉得不合理耶，这样啊，看，哎、欸，哪一样啊？不是啊，这应该可以、啊对，我们应该可以。他这样应该可以一阶一阶爬上去。我觉得那个应该要用水，我觉得那个应该很难，那个应该用水，所以我们应该还是要再撞一次消防栓，然后接水，然后去。啊，对，像来，你们去拿水桶，我去撞消防栓。好，我拿到相关物品了。哎、欸，不行，不能爬墙哦。救生圈。你不是有翅膀不能用飞？不行，我那个翅膀还没长大，我是小鲜肉，还没有长大。
欸，你们去不是拿那个水桶。百八你在干嘛？百八你在干嘛？你在玩？救他！用救生圈救他！他没在水里。啊、对。瑞塔，你会不会开车啊？你要去哪？瑞塔在哪？去反方向哎、欸。对啊，瑞塔你去哪？我要去撞。而且瑞塔，你看起来比较像推车，不像开车哎、欸。快去接水！去接水！桶子呢？哦，哎呦，这个会被冲起来，好玩。你要我接水可以啊，桶子嘞，桶在后面呢、啊。呜，玩水了，桶子不见了啦！哎、欸，桶子刚刚不见了啦！啊，都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在垃圾桶上面。你看不行啦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行。后面这边，我觉得这一关应该是凉掉咯。怎么可能？不行，百八上车，我再带你去撞另外一个消防栓。不是你们那个水回来早就洒掉了。百八说他不会啊，重置了啦。我跟你讲，我有看那个，你有看藤原拓海？秋名山那个叫什么？那一部叫什么？就头文字 D 啊。我头文字 D， 我看头文字 D 啦。我可以谁把电风扇放在这里？到底啊，撞了。不是你倒是撞啊。等一下，我要撞啊！等一下，不行了啦！可以，我跟你们说真的，下车。可以，快！你不要动！我们还是用这个消防栓，要稳定，就传统一点吧。啊，我下不了车了。这个水装不起来啊，它没有办法装水啊。就跟你说不行，它那个设计没有那么优，它会那么优质。等一下，我觉得火好像怎么有变小啊？是不是好像是方向的问题？我有变小啊，好像是方向的问题耶。那你要不要就瞧一下那个？这是写的什么东西？不是 ，I hate Lisa，I 那个300年前就讲过的东西，你现在才发现，这不行，我觉得这只，我觉得这个树真的不行。我手放不掉，为什么？这个是什么 ？ATM， 这个有钱吗？这拔出来，跟这可以拔出来吗？我手放不掉，为什么？是 bug 吗？我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按 F 下车，它不是有血吗？继续，你啊，瑞塔，我跟你讲，中断任务了啦。中了啦！可能中断啊？真的假的？啊，我觉得我觉得差一点点呢。就是这不可能的一点点，没有差一点，差很多。来，我们来挑战。不然我们再去一次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去一次，要吗？为什么这个我没有办法按？寒假是什么？寒假是什么？你看，他说圣诞老人飞往城市的时候失去了对雪橇的控制，他需要我们帮忙清，不要让这个不幸的破坏那些等待礼物的孩子们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些装扮看起来就是很适合为这些孩子们送礼物，他们一定很期待小鲜肉的出现，来喽！好，日本人圣诞节都会吃肯德基耶，所以我现在是鸡。所以你要被吃，然后你还很开心。所以你等一下就我没有看过有人有这么奇怪的嗜好。你知道他们吃鸡，你没有看到那些猪肉店，它那是什么火锅牛排店的 logo 都会是一只快乐的牛，我真是看不懂。我不确定，你看起来很像想快乐。鸡排店的，快点，我要出发，我车已经开好了。来了。我也觉得要开消防车喷水。我们刚刚那关是不是因为没有开消防车啊？有可能。消防车在哪里啊？我开了云梯，我开了云梯车，啊、我就哇塞，瑞塔又换回奇怪的衣服了。你看起来超像，可能是因为我们超像以前 IBM 吗 ？IBM 不是 Intel 广告有一个蓝精灵， 三个蓝人 Blue Man， 你看起来就像那个 Blue Man。你不要上我的车啦 Blue Man， 不要，瑞塔被炸。礼物我来了！不要抓着我，百万不要抓，不要抓！这个雪上雪，这个雪上摩托车，你不要抓我，你抓我干嘛？好滑！我要去开那个前进。那你不要抓，你不要抓我啊！你手放开啊！不是你手放开，你不要用头抓我的手。不是你手放开，我要开那个车。我要去开那个潜艇啊！你要先放开，你手要先放开，放开。OK， 出发喽！我都没上车，我还没上车。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，就是有一种，你们有看过一个，就是我靠，你们有看过一种，就是在那个游艇后面，然后会拉着那个的那个叫什么？会拉着一个的那个东西。那个、就是飞行伞滑翔翼。拖衣伞吗？拖衣伞吗？它叫拖衣伞吗？等一下，这个怎么这么滑、啊？你我这个怎么上去啊？为什么你们都刚刚都上不去啊？要帮你叫119吗？
OK OK 可以可以。哎、欸，好滑好滑，好我要抢白爸的车。来来，哎、欸，你们在哪里？白这边有两台，你不用跟我抢。还是你们要上我的车？上车。你要上我的车吗？哎、欸，谁的车？谁的车？按 F 就可以上车吗？还是一定要抓紧他 ？F 就可以上啦。F 橡胶城不是橡 F， 没有反应啊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你们在哪里啊？你们已经到路面上去了、喔。还没。哦、我在遥远、哦、看我来了，刚刚。哇！干！哇！好好好。哦，来，我上来，我上来，我上来。OK OK。我们三个人都在车上。等下，好，啊、要照着箭头的方向，雪橇。哎、欸，我看到雪橇，我看到雪橇，我看到雪橇。我要去雪橇，去雪橇，去雪橇。哪里哪里哪里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那圣诞老人，圣诞老人整个疯掉了。哎、欸，我变迷路了，变迷路了。哎、欸，我也变迷路了。Jingle bell, jingle bell, jingle bell。啊啊！我们要帮啊，我们要帮他把礼物收起来啦。哦哦哦！帮他把礼物拿起来。圣诞老公公开车哦，飞龙。圣诞老公公怎么倒在那边？哎，圣诞老公公没有随便乱撞吧？哎、欸，他屁股，他屁股被他的屁股被树插到了啦。哇，他屁屁流血啊，他屁屁流血啊！天哪！等一下，这个礼物，这个礼物怎么那么重啊？这个里面是 PS 5吗？哎、欸，靠背，靠背，礼物长脚，看，靠背，看礼物长脚啦，礼物又长脚啦，礼物又长脚，看礼物长脚，看礼物长脚啦，礼物长脚啦，靠背。哎呀，抓到瑞塔了，不是啦，你不是礼物啦，你不是礼物啦。这个要送去哪里哦？我这个旋转血藤要送去哪？要放到车上，要帮圣诞老公公把礼物放回车上。我们交付礼物哎、欸，交付吗？我们是要去送到小孩子家里吧？对啊，我看礼物，礼物长脚，你们看我，你们看我，你们看我礼物，礼物，礼物，礼物包带走。哎、欸，啊，我们要怎么送礼物啊？对啊，我哪知道？你看到那个建筑物头上有光吗？我礼物飞走了，有烟囱啦啊！我知道，我看到了。哦，要送到烟囱里面去，是不是、哦、？OK OK。我、欸、看这个礼物，我不是这个礼物长脚很烦呢、欸。这个是要从大门进去吗？哎、欸，我不可能是要从烟囱进去吧？好像是要从烟囱进去，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开我刚刚那个云梯车。云、欸欸、梯车，你们可以有人来操控云梯车吗？你们有看到嗎？没有，没有人。有，我有看到，可是没有人。看到，看到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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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这个旋转水藤盖一直跑跑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不能，我不能直接把礼物从正门口放进去吗？不行欸、啊、你有看过这种圣诞老人吗？有啊，就是亚马逊没有吗？有啊，啊，不知道这是亚马逊啊！看这个，这哎、個欸，这个很强，看这个这个礼物，哎、欸，看这个礼物，不是这个礼物，不是我拿到房子，不是，啊，我要怎么？不是瑞坦在哪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不是这个水豚靠腰哦。我要怎么开？啊，还有一个上楼梯，哦哦哦哦，小朋友上楼梯。小白，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瑞坦，等一下，你先，你等一下，瑞坦，你往前，然后再左转，你那个第一个路口，我们在路口这边集合。往前，然后左转。嘿嘿嘿嘿，你在哪？对，往前，你有在往前吗？你我叫你往前，你为什么要往左前？不是，你开去哪里啦？你不是往前吗？那你不要往人家家里开啊！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就这一家，就这一家，好不好？就这一家，就这一家。好好好。啊，我先上楼梯，我先上楼梯。下去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上不了楼梯啊！他要飞走，他要长脚，他要长脚了。对，我都要长脚，我都要长脚，我长脚，看看看啊，看看，阿甘，阿甘，阿甘，啊，阿甘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你那个瑞塔，你的那个没有，你的那个云梯要对到屋顶，你这样子，你这样子我们爬不上去。等一下，百八体的水塔一直转，超靠背。是水塔，什么水塔？不是水塔，是水塔。这样这样。等一下，我上不了楼梯啊。我的先，哎、欸，就这样，他就这样子了，等一下没有，好好好他没有那么高了、欸，哎，啊，有有有有有有，我手上去，可是我的脚长出来，我的脚长出来，啊，啊，啊，不容易走上去的，旋转水条，画个旋转水条，等一下，你冷静一点呐、啊，等一下啦，哎、欸，我还差一点，我要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也上去，我上去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要怎么上去？我要怎么上去？我没有办法上去啊。他就这样，他最高就这样啊！等一下，百宝，我推你，我推你，我推你，你好，不是你要把我推下，我现在掉在这里，我不行，不是我现在掉在这里跟狮子王。瑞达看起来超像手跪在那个方向盘，然后在那边抽烟的那种老司机耶。啊，脚、oh、又长脚了 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下，你下，你下来，我去，我下来别地方。哎、欸，不行，哎、欸，这个礼物我想要果断放弃。我觉得这礼物不行，哎、欸，这礼物长脚根本没有办法送啊。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。哪一个？这不行啊，它上面还有啊。
欸，我卡住，我卡住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卡住，等一下，哦哦哦哦，等一下，我先下车。OK OK， 让他卡住，那个车卡住，那个车卡住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找到方法治他了，我把他卡在这，我把他卡在这，他就不能动了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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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等一下车卡住，车卡住了啦，车卡住，把开出来啊！我要倒车啊，倒车入库。不是啊 ，I'm ready。好、啊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，你怎么把他那个降下？哇哇啊！礼物，哎、欸，这礼物我真的不能要，这礼物我真的不能要了，我要放手，我要学会放手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另外一个礼物会飞走，我跟你讲也没有多好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这个，我知道这个怎么上去。啊，我知道，百八先上去。没有，我先上去，然后我帮百八接礼物。瑞塔，你先下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是我卡住？你是你卡住，你自己卡住的吧？没有，是你卡住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、哦、啊！你好了没啦？你等一下、哦，不是我被水豚卡住了哦。往上爬，你放手啊！水豚不会跑啊！往上爬，不会跑，欸、他会跑、欸。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百八，你礼物给我，礼物给我，我已经在屋顶上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上去。百八现在卡住了。没有，我上去了，我再上去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有点滑哎、欸，这个如果不站着不行哎、欸。百八，你来快点！好好好，你怎么上去的？你怎么上去的？用手啊！你拿得到吗？你再你还要再上来一点？拿得到他吗？你还要再上来一点？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！我现在又跟狮子王。哎，等车车车！哎，我切个位置，我切个位置。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有一个大胆想法，还是不然我就把自己当礼物送给小朋友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自己就先进去了，好不好？笨蛋，老人家会克数了。好，我在这，百八，你把礼物拿过来。你看到我在这吗？你把你下来拿，你下来拿，你拿上来，你拿上来啊！你这边不行，你不能对这边，你不能对这边，你要对高的那个地方。高的吗？那你先，你下来。百万，你有看到我高举双手？你送到这里来，丢往上丢。我看到了，不是往上丢上去，我现在放开，我现在放开，他就会逃跑了。不是，那这样我也没办法接啊，因为我下去我就上不来啦。我跳你，不行啊，下来了。啊、車主好好好好，百八，我拿，你上去，你放手。我把车子，等下把车子。你放手，他会跑、哦，他会跑、哦，你要抓好，你拿好，你拿住了吗？好，拿住了，放喽。好，好。哎，枪！你没有拿枪，你没有拿枪，拿住！拿我拿，百八，你先上去。Oh my 水豚 ！Oh my 水豚！瑞塔，你要拿哈，放开喽。好，你放，你先上去，你能先上去。我这是要被气死。我跟你讲，那个车很难开哎、欸。好、啊，瑞塔，瑞塔拿了，瑞塔拿了。哎、欸，要怎么卡住？不是，我觉得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不行，是因为他这个云梯车太短了。我回去开我今天开来的云梯车好不好？他那个有两三节，哎、欸，没有。等一下，不是。他这个云梯车还可以再升更长哎、欸！谁快点！他这个云梯车明明就可以控制瑞塔刚在那边。对啊，他可以升，他可以升，他。对啊，他明明就可以升降瑞塔刚在那边哦。我真的被瑞塔可以，可是他我、欸哦、升了，瑞塔快点给我，瑞塔给我，瑞塔给我，你放手，瑞塔你放手。我的梯子升得这么长了，我给百八，百八你给我啦，你给我，那是我那个人是我，百八在开车。哦哟！我都是你啊！好，我有了。好，百八，你等一下。好，你升上去，升上去。好 ，OK，OK。可以啦，够长。为什么你可以升？为什么你可以升？因为你根本没有认真在玩游戏呀！他有血在左下角。我升啊！等一下，我先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有点尴尬。我现在有点尴尬，我现在。缩跟缩短，伸长跟。不是瑞塔，不要挡住我的路。等一下，好。不是啊，那我吃一个鸡块。屁！你吃什么鸡块？哎呀，等一下！不要转，你不要一直转。不行啊！不是，因为他现在卡在楼梯间，他卡在楼梯间。啊，不行！我不相信，怎么可能？可以，有了，看到啊！有了！拼死拼我，送进去喽！啊！我进到。OK，nice， 哦，赞！怎么可能？哦，感觉还是得要靠我才行，搞什么鬼？没有，是因为我会开这台车吧？我觉得最没用的是瑞塔，确实是只会吃鸡块。你有吃鸡块，对你有吃鸡块，你只有吃鸡块。好，可以走，我已经抓到车子了，可以走了。肉肉，你去拿那个走路礼物，我们去下一间。哦，好，要走路礼物？不是，你看，你叫我拿走路礼物，你不要撞我。
不要撞我、啊！上车上车上车！你不要动，我才可以上车。你先不要动。啊，我们你走过去啦，这么近前面。好、啊，礼物放上去。哎、欸，礼物跑了，礼物跑了。哎、欸，不是你。哦，加油、哦！在车上了啦。不是，礼物已经跑掉了。快点！礼物跑掉了。他自己想要进这台家。好，那你们换下一去拿下一个礼物。哎、欸，我卡住了。哎、欸，你先帮我跟你讲，不要，你先帮我把那个，你从侧边，不要这个，你直接升上去，对你直接升上去。我知道，我看瑞塔，我看你要去哪？瑞塔你去哪？哎、欸，这个礼物不错，我喜欢喷射背包，这个我要，这个我要。哇，原来是喷射，这个我要，这个我要。哎、欸，我们一起飞上去。好，那你抓着我，你抓着我，你抓着我，这关没有很难。好好。欸、你要抓我、欸，你要抓我啊！你要抓我，你抓我后面，你抓我后面。好好好 ，OK， 好好，要喷，要飞了，要飞了，要飞了！呜呜！你们两个要去哪？等一下，我觉得是位置的问题，对啊，我就说你近一点，其实就不需好好你。好，来，来这里，这里，来，我再去拿别的礼物。好，长脚礼物啊！那我知道，如果它是斜角的话，那我这样子斜，是不是就会喷上去？好，我要喷上去，我要起飞喽！怎么可能？哇！你要去哪？我要去屋顶！嘣！嘎！干！啊！差一点！啊！干！差一点！好啊！算了，百八都已经弄好了，我还是走这个吧。不是瑞坦，已经要到了，这件已经要没有用了啊！这件没有，不是我跟你讲的、啊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它会长脚，因为它会长脚，所以没有用啊！但是很靠背、欸。好了，送到了，下一件，走路礼物超靠背，走路礼物超靠背，而且它会拖着你走，所以哎、欸，我想要试试看，所以如果我抓着瑞塔的话，它可以，它是不是可以拖我们两个走？哎、欸，我们这件，哎、欸，这件比较简单，拿那个走路，哪里，哎、欸，我抓不到人，啊，抓，这是很靠背，哎、欸，两个人好像可以制服，哎、欸欸，我们两个人好像可以制服他、欸，哎，你看他走不了了，他走不了，了 ，OK， 没有，他还是在走啊，好，瑞塔你拿上去，你拿上去，瑞塔你行，你上，我跟你后面，我是不用，我是不是、欸，我帮你抓住他，我帮你抓住他。我不行，不行，他要踢手。哎、欸，百八，你的梯子歪了，没有，我故意的啦，我刚刚想说搞一下瑞塔。你不是那个礼物已经很搞我们，你赶快瑞塔，你赶快走上去。快点，用跳的，用跳，你一直按跳，用跳的比较快。按 shift 可以用跑的，快点，时间快到了，快点，你赶快送过去，快点，手伸起来，快点。我才想问我。不行啦！哎呦，下去了，真的假的？没有，我抓住，好，你快去，可以，怎么样？你靠近就好，对，你头伸上去，放上去，弄好了，那是，真哦，最难的，最鸡的两个都送完了。你要不要先把礼物放在车上啊？这样子就不用。哎，好主意，好主意哦。啊，那你先把车开回来啊！好，开。等一下，不是我这个，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他这，哎、欸，这表示每一个礼物一定都很机油、欸。我觉得我们刚刚那一关一定是因为没有开消防车才没过。我刚刚就开消防车出来啊！哎、啊瑞塔是不要啊！谁不要？不要是你啊，你奶爸这边说啊，不用。他是说要开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雪上摩托车。对啊！烧起来了！烧起来了！飞上去了！难怪这个城市会火灾，你们要信他。哎，我这又是一个，我飞上去。哎，不是那个爱心的礼物是瞬间移动，哎，靠腰哦。啊，你们去哪？我被传送走了。啊，你们在哪里？我也被传送走，盖在空中，哎。啊，你们在哪？干瞬间移动太贱了吧！他在屋顶上，哎。哎，我看到你们，了。我被瞬移到屋顶上，哎妈，贱货！哎，我这个礼物很赞，它不会爆炸，它只会飞起来而已。哇哇，赞！你回去开车，然后你看看那个提示。哎，赞！我可以了，我可以了。这里不知道是哪里哇？不是，我要怎么去？我有气了，在抽烟呢。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？稳的！哇，这个礼物超赞。我要一根筋动了，我先拿别的。我要一根筋动了！哇，天哪！哎、欸，我送礼物了！欸、白痴！哎、欸，我超远的啦！我送了一个礼物了，我超赞！哇，天哪！
果然这种玩玩这种团体型游团体型游戏，真的还是只能靠我通关。真的发明家真的不行啊！屁嘞！你看一个小弟被传送走，一个瑞塔不知道在干嘛。我学会用那台车的，我觉得瑞塔最没用。哦，啊什么？我有吃鸡块、欸。你也只有吃鸡块而已啊！你只有吃雞。哎呦，这里是哪里、啊？瑞塔，你拿那个礼物之前，你要不要先确认一下那个礼物的能力是什么、啊？我不管，看这个礼物真是有病、欸。你不管，我要出发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。我干！瑞塔，所以你会开车了没、啊？刚刚是谁说、哦、我不管，我要出发。你再不管啊，再不管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靠背，我右手骨折了。瑞塔，你看，哦，好了，又好了，吓我一跳。哎、欸，这个礼物，这个要怎么捡？这个要怎么捡啊？我觉得百八好像，百八好像跟我们玩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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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Song of Forest 一样、欸，就又看不到人了。对、啊，不是因为我现在整个人，因为我被那个瞬间移动礼物，就是整个人搞到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。哎、欸、哎，你那个是什么？哇，这是幻影，是我浮在空中，不是吧？是重力吧？走过去，哇，这好嗨哦！啊，他为什么飘在那？他会下来吧？啊，我先上车，好吧，我先上车。好。我抓着他，我们要无视刚刚那个瞬间移动礼物。上车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抓着瑞塔上车、啊、？OK， 上来了，上，再上，OK， 上来了。倒数放掉啊、OK 哦，不可能。等一下啊、哦，哎、欸，礼物掉下去了，礼物掉下去了。没关系，算了，那么多礼物，两个就好了。哇，这哎、欸、这是反重力礼物哎、欸，这个我想要哎、欸，不是你们就这样子放着这样子礼物不管，不是因为他。不是啊，你人在哪？我刚好没有。我在后面捡你们刚刚不要的礼物啊！那算了，我自己来。我这礼物太多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要上车吗？是不是倒数放掉就不会移？没有，他好像他进入倒数就会，好像就会。对，他会直接把它做完。抓好轮子吧。你走。好，我抓好了。啊，不等。我没有抓好哎、欸，你没有哎、欸。你抓什么？你抓好了吗？抓好了吗？啊！我上了，不要！可以了，好可怜。你不是说抓好？抓了没啦？抓了没？哎，百八，你确定？准备好了 ，ready。百八，你确定要抓那个？你确定要抓礼物？可以啦。应该抓好了吧？好。要确哦，要确哦，因为那个礼物好像有点刺激吗？哎、欸，我下车了。哎、欸，礼物都飞走了啦。哇！哎，不是，你的车底，先生，你车底砸到东西了、啊。不是啊，我刚刚是礼物来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还在车底？我还在车底，先生不要倒车。是什么没有道德的杀死车司机？跟你刚刚一样啊。先上车，我眼泪已经流出来了。不用上车，你直接开到定点，我们走过去就好了。哦，好啊，要哪一家？你开去定点。这家，左边这家，左边这家最近。左边。好。等一下啊、哦，我转个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把它升起来。哎、欸，百万，你不要抓我啦！我想说，你有发现很累了吗？就是这样很难走，有没有？重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他的楼梯，我按。瑞塔，你要去哪啦？我按方向了，可是要怎么升长楼梯啊？要怎么升长楼梯？哦，你们都没有在看。滑鼠左这边右线、啊、你跟瑞塔一个样哦，看到了 ，OK， 哦，好，是不是这样应该可以吧？这样可以吧？是我的问题吧？不是，是你的问题，没有，是你们两个同一个水准，我觉得是你们两个同一个水准。哎、欸，好了，已经嘟，我嘟上去了，好，哎、欸，快掉下来了，瑞塔又爆炸了，爆！哦，瑞塔不行、欸，赶快去送礼物，快点！对啊，就百八在那边闹事，百八快拿起来，我没有赶快，不是你拿着礼物赶快往上走。不是我拿不起来、啊，你这个扶不起的百八、啊，对对，赶快往上，快！拿到了啊！不是没有人弄你，你也没有办法好好走路吗？你可不可以用两只手？走不好，哎呀，爆炸了啊！啊，礼物飞走，阿瑞塔嘞！我在后面吃鸡块，不要再吃鸡块了啦！吃鸡块。好，我拿住，拿到瑞塔。好，快点往上走，走。好，我拿另外一个，但是要爆炸了。我拿到吃。哦呀！等一下，另外一个礼物什么？又要爆炸了、哦！不能这样子，你拿再拿不行。這樣不是百八，你到底有没有要拿那个礼物？不是我拿不起来，为什么你们都拿那么快啊？我拿到了啊！这个礼物可以干嘛？
哦，瑞塔，你走开啦！哦，要来了，要爆炸！哦哦哦！哇！哇哇哇哇！我整个人被撕烂！哇哇！我要死了！国民怎么连车都……哎、欸，你的车还在一个正确的位置。我的车对，我的车在一个非常漂亮的位置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快上，快上、啊！可是上不去，可是上不去。不是，刚刚发生什么事嘞？刚刚整个被你按那个爆炸礼物嘞？不知道。爆炸礼物掉在路边呢、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爆炸礼物喷超远、欸，是吗？是这个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喷超远。哎、欸，有一个礼物在，有一个礼物在水池里面呢、欸。啊，那个水池里面那个是瞬间移动。欸那个很雷，那个很雷，真的假的？拿一下看看，拿一下看看。快帮你！那个很雷，那个会瞬间移动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拿不到，拿不到。我刚就是被他搞，而且他在水里很难拿。拿不了，拿不了。哎、欸，那不行啊！他在水里，那表示这一关我们一定过不了啊。可以啦。他拿得起来，只是很难拿。不是白帮你在干嘛？你不要这个礼物在干嘛？你不要一直玩礼物可以不要一直玩礼物吗、欸？我需要有人去把那个车子桥回正确。好，我来桥，我来桥，我来桥。开车我最会。上不去。开车我最会。哎、欸，不是、哦、不是，我没有在搞。哇我们直接上来就好了，直接上来就好了，谁需要云梯上？可以。哎、欸，我礼物拿到，礼物拿到，水里面的礼物拿到。那个是瞬间移动的、欸，你确定你要拿那个？啊、不拿不行啊。哎、欸，可以，我只要用这个飞上来，然后。好，然后没有，然后等一下、啊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先把车桥回来。好，我上车了，我上车了啊！我又下车了。等一下，左手右手，不是瑞塔，你把这个礼物上，为什么瑞塔上得去啊？瑞塔被传送走了。哇，拜拜，拜拜，你去哪？我先去了一个。啊哦，这样了，这样了，已经丢过礼物的。好好好。等一下啊！等一下啊！瞬移到一个就是货轮上面，然后上面有很多企鹅，有在。好，百宝我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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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是我们要去平一点寿司店，前面一间寿司店，要不要送寿司？都可以。好，那你先上车啊！你先上车啊！行不行？你先上车、啊，上车了哈！好，你要抓好哦。相信。等一下啊！等一下啊！等一下啊！好 ，OK。我要出事了。等等等，干！等一下，干！等一下，干！哎、欸，瑞塔回来了！哎、欸，瑞塔又不见了！哎、欸，我刚好到一个很好的地方。哎、欸，这咖啡可以，这咖啡可以，快！哪个咖啡可以啊？不是这个超平的，这个超平的，刚好这个超近的啊！你上了？哎、欸，瑞塔上了，刚好他就飞到一个空的上面站。哇，有这种好事，免费的哦！好，来，免费的，我这是我一赛，真的有够赛，说真的有够赛，这是坚持，好吗？坚持的赛，没有，你就是靠赛而已。对啊，你真的是靠赛而已。你左边那个咖啡店，你有看到吗？有。等一下，我要先收云梯，要不然我没办法，他不让我开。啊，熟悉吧，熟悉吧。哦，你说这个矮的，好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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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、OK, OK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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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对。等一下啊！啊，现在这两个是什么？啊，感觉好可怕，我现在都很害怕哎、欸。好，哎、欸，我拿不起来这个礼物，这个到底是什麼。好 ，OK，OK，、OK, OK, 啊，这個、可以这样。Bell, 好，我拿到房子。Bell, 好，这样，可以，快，这样好走，这样超好走。来。啊，你们在哪里啊？在刚刚那个你消失的那个地方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。可以。不是百万，你走开，不要，我觉得不太好。可以。我觉得你一个云。不是，我只是个司机，我只是个司机。我还要回家陪小孩。欸、可以快一点吗？我觉得可以再一次。我觉得这个。那你自己上，那你自己上去。等一下你的跟你的风险好大哦。等一下。哦，他走了哦，送礼物。瑞塔，不要走了。我们今天玩这游戏，算是三个人各自在玩单机啦。哦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、啊。没有吧？我们有在配合吧？有吗？那你要上去了没？我要上了啊！我糟糕，车子不要！哎、哦，不是，不要啊啊！跟我屁事！不是，我没有，我根本就没有想要。我有礼物，不要再乱跑了啦！瑞塔出现，瑞塔出现，我看到瑞塔了。不要，我不要靠近排排，好危险！在这里看戏应该可以吧？在这里看戏应该可以吧？这应该够远了。不好说，我是先小心一点啊！糟糕。不是，我觉得百八根本就没有要送那个礼物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看到另外一个礼物，我去拿那个，我自己送还比较快。我来，快！我这边架好了，快！好，这个是什么礼物啊？看一下。好，
那个是会、哦、那个是黑洞，那个是黑洞，那是反重力黑洞。不朽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走，我这边已经架好了。哦哟，你把我的礼物拿走了啦！啊，这是你的礼物啊！我上我，不对！你们两个去哪？哦哟，你浪费了我的哦哟，我好不容易拿过来的呢。不是你在哪？我根本没看到你啊！我自己去拿了我自己新的啦。你从我那边偷？哦，我看到没有？你刚说路边那个是你的礼物？对呀、啊，那我拿过来、欸、你把礼物放那么远，然后你说那个是你的礼物，怎么说的不合？不是白吗？你上去的头，我不能控制，我不能控制啊！哦，我是小飘，哎、欸，我是微飘，哎，你是微飘啊？对，我是微飘，我是微大飘，哎、欸，其实我飘的蛮高，其实我飘的蛮高的、欸，哎。哎、欸，我那你自己去，你自己找一个那个，可以，好好。它有时候会飞很高，有时候不会。我如果可以控制它那个起飞，我就可以。你想嘞？啊！我要飞，往这边飞吧，这边飞，往这边飞，跳起来，飞起来。我每次你怎么往下面下赌盘，我也都觉得我会中啊。对啊，飞起来呀、啊！再飞呀、啊！再飞呀、啊！为什么不飞了？再飞高一点，快点！啊干！哇啊啊！阿宝应该很喜欢这一关，因为。这一关是不是为什么我上不去？哦，可以，对，走你个头啦！走，你走啦！你走啦！不是百八超坚持那个礼物，看我超级不解的哎、欸欸！不是我到哇，这个就要哎，这里有那个冰曲棍球场哎、欸，我们可以来 PK 哎、欸！对啊，他冬天是。你看，我又送到了一个，拜托。不是你那个礼物的等级有差，好不好？你来送看看我们这个礼物，你根本没办法控制，对啊。我们这个，你就出一张嘴。开你的礼物，对啊。你那个礼物就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绵鸟之类的一些烂怪啊！看，超远，看。可以，这一次应该可以。我看一下，还有哪里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放手。对，没有人抓啊、哦，可以，稳了，这一定稳。这边。哦，可以，哇，这个距离，哇，这个我精算，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对，掉下去，一码啦，一码啥啦？天，快！快！我要送到了，我成功了 ，nice， 赞。礼、欸、物不见了，我刚刚拿那一颗飞了。送到了。哇，奶叔，稳，下一个。哎、欸，阿仁嘞，上车。不是赔钱。上楼梯。这个楼梯是上去的吗？收。看，果然还是要靠我，太夸张了。好，出发。等一下，跳。哦、还有礼物吗？还有几个礼物啊？还有礼物，好像没有这回事。还有很多哎、欸。六个，哇，这个车是不是被百八开坏了？不受控了、欸。啊，掉到地板里，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？啊，这个要降下来，它会卡住路。好，出发。我有看错吗？我看到索亚正上线吗？索亚正上线啊，你没有看错啊，索亚正上线啊。又开恐怖又上班吗？没有啊，又开恐怖游戏台啦。昨天直接一试成主顾啊、哦，现在大家知道看直播台学成语啊，什么叫请问什么叫一试成主顾？索亚这个就叫一试成主顾啊，一试好玩，值得一玩再玩。对啊，最好玩的游戏，没错啊。Hologan， 人家 Hololife， 我们是 Hologan，、欸、没错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圣诞老公公在哪里啊？圣诞老公公在哪里、啊？欸没有啊，在这里啊，在我这里啊。你不要讲在这里，我怎么会知道在哪里？在这里 ，come。瑞塔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哦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，瑞塔，上车。这个礼物跟我刚刚没有，我那边有已经有一个好了，我要过去那边，我架好车子。百八，你那个该不会还是刚刚那个吧？我在你。哇。我不知道呢，可是我刚刚那颗不见了呢，我不知道我现在这一颗是什么。啊，这个就是刚刚那颗，哇，它掉到地图外面的时候，它会不是百八，你那颗就是刚刚那颗。哎、欸，你把那颗掉到地图外面，它就不见了啦。真的哎、欸，真的不见了、欸，东西不见了啦，瑞塔真的不见了、欸。他把我的那个好不容易搬来的礼物碾过去，然后他礼物就啊，他回去了啦，就重置，重置 OK 啊。你这样洗吼，
哎、欸，这个圣诞老公公是可以搬的吗？不行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瑞塔，你看他、哦，你看这圣诞老公公，他虽然屁股插了一根，可是你看他的左手，他是有喝的呢。他是有喝的呢，欸啊、难怪会出事。哎、欸，消失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消失了。欸、这个礼物是礼物会瞬间移动。哎、欸，回来了，回来又回来啊！是过一阵子，过一阵子会回来了。對對對啊，这个嘞，这个是什么礼物？这个是什么？咻！不知道，我现在都蛮期待每个礼物的击败。我也是，我现在拿这个，我很期待它。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在、哦、报道了？你们是没有在做事？你才没在做事、欸！你那个礼物，你从头到尾，哎，瑞塔、欸，他要偷你的，他要偷你的，他偷你的，偷我的、欸，哎，偷我车、欸，哇哇，哎、欸、哎，这个礼物很不错，瑞塔，啊、这个你要不要拿这个？你要不要拿我这个？靠近靠近，干白痴！哎、欸，我掉下去了啦！哎、欸，不是碰到就可以了吗？哎、欸，这个礼物很不错，这个礼物很不错，它是超重，这个礼物超重，所以它也不会怎么样，它就只是超重而已。来来来，我们上这台车。不是我刚刚还没，它还没闪，它还没闪，它还没闪。我刚刚碰到了吗？我要跳起来放进去是不是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你靠近就好了。靠近就好了，超重。我刚靠近啦、啊，他没有让我重、啊、真的超重、啊，但是稳啦，超重最起码是稳的啦。然后超重至少它不会、那個。对啊，它不会乱飞啊，这很重要啊。OK OK， 好好好。哦，瑞达，不要跟我抢，我刚刚那个快要成功了。哇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这个最麻烦，这个最麻烦，赶快送，赶快送，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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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，送。哦，赞赞赞，哦，最麻烦的这个，哦，赞赞赞。完全就在我的计算之内。奶酥。王子计算。轻松。我就一直想说用。直接用礼物的能力飞上来，看吧。啊、那你干嘛问我们？你还想偷我车？不是他飞了三十分钟，他飞了三十分钟，终于成功了。就是有成功啊，这就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啊！我一开始就想说直接飞上来。好，来上车。瑞塔那边，等一下，我这车的速度怎么那么快？那边说我人家想的美。我太重，太重，太重。来来来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干嘛的？上车，上车。谢谢帮你。等一下，这太重了。下一间嘞，下一间。先上车啊！欸、没有肉肉，你先去把车子架好了。其实我觉得最好是你去把車架好，我觉得最好是先把车子架好。我觉得不用在那边等车，车子架好最方便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去架好，就是你要架一个随时都可以上去的，随时都可以上去的。哎、要请到，要请到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礼物这太就是干嘛？礼物太鸡了，太鸡掰了。哎、欸，我这个礼物是瞬移哦，靠腰嘞。哎、欸，这里这个我们刚没过的这个啊，就上这个啊。就好啦，等一下。哦哦哦，它会消失，然后在原地出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升。然后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升得上去吗？可以吗？这样有吗？哦，有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车好了，车好了，车好了。好了。我在等，我在等我那个礼物。哇，好重。其实它车子很多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去看其他台？它其实到处都是车哎、欸。对啊，肉肉去看下一台。我看一下其他车，哎、欸，我看到车。啊，我的礼物嘞，快出来哦！我出现了。我瑞塔行不行啊？不是，它很重。哎、啊，你不是有重训？不是，用你无敌的肌肉想想办法、啊。对啊，用你的大腿夹。对啊，用你的胸肌啊，你的亚当跟夏娃、啊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去哪里啦？不要哦，雷耶！这个礼物你是有雷，你会不会开车、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他的左右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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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 ，OK。不是，你就他就好好的，没事就不要动。对、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地上了啦，他不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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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你被改搞鬼！哎呦，哎呦。好好，出现了。好，哎、欸，好来了，好了，等一下，又歪了，没了，好了，等一下，不要动，好了，就是跟写程式一样，会动就不要动，快点呐、啊，不是你快点呐、啊，你快一点，你很重，不要搞，他瑞塔这个我哦，我这个礼物又消失了，就你啊，好，瑞塔上去，瑞塔上去，瑞塔上去，哎、欸，上面有和那个哎、欸，礼物啊，那个臀，那个臀，你快点上。啊！旋转臀、欸，旋转臀吗？那个臀，关键你们快上，你快上，好可爱哦！我上来了。哪个臀？哦，什么臀？哪里？很可爱，好可爱哦！哪有？臀泡澡啊！真的哎！解锁成就，解锁成就了 ，get to 了什么什么 party？ 哎、啊，
啊，他说叫我们跟他们去参加什么派对、欸，所以这是一个派对吗？参加水豚趴吧，对啊，他们参加他们的派对啊。那可以抱他们吗？啊，这可以拿吗？水豚可以拿起来吗？看一下，不行，啊、哦哦、不行不行，他很重，他很重，他很重，不行。我、oh, too heavy， 哎，可以。下一间 ，OK， next one。啊，好。哎、欸，剩下的房子好像都在很远、欸，可以一间、两间、三间。哎、欸，我们好像还有四间吗？啊，还有一间在哪？寿司店在后面。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旁边，寿司店就是一间的，寿司店就一间，寿司店自己就一间。哎、欸，是寿司店吗？还是寿司店旁边？旁边吧，寿司店旁边。啊，所以不是寿司店吧？啊、哦，旁边啊，寿司店隔壁啊。啊哦，这就是我刚刚一直在旋转飞上去的那一间呢、啊。这一间算简单的。哎、欸，车子为什么不能开？哦，好、哦、好好。礼物在这里。啊、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先不要剪，我觉得要等肉。不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你们，不要阻碍交通，不要阻碍交通啊！等一下，我这样我车不能旋转，白爸不要抓车，不要抓车！我的头卡，我的鹿角卡在那个车轮里面、啊。那你走开啊！不是我的鹿角卡住了，走开、啊、不是走开！啊啊车祸！等一下车子没办法转方向，哎、欸、这样好像可以，哎、欸、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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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可以可以，好好好，哎、欸、我的鹿角，哎、欸、我真的卡住了，哎、欸、我真的卡住了，哎、欸、等一下。再动一下车子，我真的卡住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来看我来看。反正你想要躺着嘛，那就给你躺吧。你看又为什么又可以，又是什么又可以出来？啊、一定是没有卡吧？想骗？奶叔。节目效果。剩三个。上去了吗？上了上了上了。好，很好。贝塔，不要吃鸡块。嘿。不要再吃鸡块了、嗯。动起来。我在回讯息啦，我再回一下。不要回，不行，你站着会冻死，你要动起来。我们现在放假，你现在回讯息，你有钱拿吗？有，哦有，好的，应该有，应该会。瑞塔要去哪？你们两个要去哪？不是，百八，赶快，我们在等你把车开出来啊！不是啊，就还有很多台车，不要这一台，这台不要。绿色的青色。等下，我们要先回去拿礼物吧。我记得那个那边好像还有一台，还有一个礼物。还有吧？我们应该还有三个礼物啊。是啊，还有三个、啊。下面就写了吗？对啊，没有很难啊。哎、欸，这台好看，这台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根本就不用开车。好，来了来了。哇，我用这个速度快多了。啊、既然你们都说我在吃鸡块，那我就吃鸡块。你到底是吃了几块鸡块？你是几块、啊？而且我明明已经吃午餐了，可是我好饿。我是已经吃过早餐，但要再吃也是可以啦。我已经吃早餐跟午餐了，我今天已经吃两餐了。你还在横着长没有问题啊！哇靠，这超跳超快，速度超快，我已经学到了。哇天哪！那你们人呢？啊，我回来拿礼物，我回来拿礼物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礼物？啊，我去驾车，我去驾车，我直接去驾车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白痴消防栓，有一个很大管的、很大管的烟囱，那个是啊，那个是游轮啊，不是，这个是什么？这那是肉丝维加斯。哎、欸，那个瞬移可以瞬移到游轮上，也很有趣啊。啊，不过天上的鱼有一个礼物、欸，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看这里有一个礼物是会变成超多礼物的。啊，那哪一个才真的？对啊，啊 ，OK OK， 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 ，OK OK， 看影分身之术啊。找到百八，我找到了啊！我抓到车了 ，Go Go Go， 出发！你不要上车，我没有啊，好好好，算了。你没有什么，你开车来不是就是要送？不是我刚刚原本想要开去另外一边，我刚刚原本想说先架好，你就反正就这一台，就这一台，礼物要变身，礼物要变身，啪啊！我先救礼物，我先救物、啊。你先忙完，我先去架车。好、哎，这个一定是真的，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路边啊。而且他那个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转弯有点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对啊，对吧？哎、欸，哦，我已经被那个笨梯子，怎么不说是你笨手？对啊，我也觉得是你笨手笨脚。哎、欸，我等一下用梯子制裁你哦，救你！哎呦，nice， 马上就找到了，住了啦，卡你！等下谁来帮我加一个？谁来帮我加一个？卡普空，谁来帮我加一个？不是这间，不是这间。隔壁，快点！我快到了，我看好像还很久。快到了，
啊，这个礼物其实没有很难的，马上就可以拿到。不是你要去哪里啊？不是瑞塔，你开那车，你开那个车没有帮助哎，你开那个车没有帮助哎。好，先放地上。不是你那个车子没有梯子。不是，不要来闹事啦！我想要帮百八桥正啊。不用啦，他自己可以桥，百八可以放，可以那个了，可以那个了，可以那个了，百八可以那个了，可以放了，可以放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。啊，这个，好，不是你那个是哪一国的梯子？是要怎么爬啦？你可不可以先把车子放这？倒了，哎，不是翻车了。我就跟你说要我帮忙吧。这个没救了。不是，我来，这个已经没有了。不是用拉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应该可以从上面把它拉下来，以我们的体重。可以撞你，可以撞你。哎，不是你撞错边了哦，回来了哦，赞，可以，哦吼，可以，说吧，我重开一次，啊，你转个身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可以转个身吗？转个身就可以了吧？等一下，百八开车技术堪忧，没有，最堪忧的是瑞塔吧？没有，瑞塔也是蛮堪的，瑞塔被礼物压死。我刚刚明明就帮你把那个好不好，都撞回来了、欸。你会不会、啊？对，你要我们在这里等多久？要我们到底要等多久？不 是, F, 不是应该要按一下 F， 按一下 F 就可以了吧。好，我要去找另外一台车来开过来了啦，真的受不了哎、欸。到底要等多久啊？那我去拿另外一个礼物好了，真的受不了哎、欸。你们好雷哦、喔，玩一个这个游、啊、这一关到底要玩多久？啊、可以，哎、欸、我啊，真的受不了。哎呦，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个稳。Cinema 电影院。对啊，你看我这是啊，可以，超稳，简单，帅吧？等一下，我等这一堆礼物复原。哎、欸，我十一、十二、十二，哎，我找不到最后一个礼物，哎，怎么办？搞不好车子里面呢？没了，车子里面已经没有礼物了。瑞塔，这个交给你了，我架好了，我不管了。你们看有没有红？你们看有没有红色框框？附近有没有红色框框？有红色框框就是礼物。我觉得你先，我觉得搞不好我们……哎，我有看到一个红色框框，哎，我有看到一个红色框框在走路。啊，对，那个是百八，那个是百八。我看看哦，我这是小爆炸啊！那是瑞塔。啊，瑞塔送了吗？送了吗？没有，跟你讲，我很害怕他那个正确的礼物掉下去了啦。掉下去，幸好啊，没事，可以吗？好，哎、欸，我这边有一个，谁，哎、欸，那个车可以帮我开到隔壁洞啊？哇，好远哦！不是啊，欸、隔壁洞啊，不是啊，瑞塔，你下来啊！难吧？瑞塔，哎，结果我们剩下最后一个在最近的这一栋，完全没有人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瑞塔，帮我开到右边那一栋好不好？右边那一栋，右边第十三栋在雪橇旁边。啊，可是你说的那个是烟囱吧，不是礼物吧？你有看到礼物吗？啊，烟囱。那你要找最后一个礼物哦，现在还少一个礼物。我找了，我觉得有可能你们要把第十二个放下去，它才会出现。好，有这么？喂，有人后面有人。他没有，他倒车雷达没有显示啊。你要看啊，没有显示你要看啊。等一下啦。赞哦！稳了吧？是不是比百八开车还要好？好，比百八好。十二个放了。天要亮了，快点！欸、没有看到呢。看一下有没有红色，地上有没有红色框框？大家搜索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。好，红色框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表示那个礼物，是从来没有被拿过的。啊，还是那个礼物其实是圣诞老公公。对啊，我刚刚有在想，哎、欸，还是他屁股上的那一棵树，我去拿看看。不要那个，谁要啊？不是要给你们的啦，是有人要的啦，不是你们要不要的问题，没有人要送。我们在设身处地的，阿玩，我们这是在设身处地的为消费者着想啊。哎、欸，我看到礼物，我看到礼物了。我看到游泳池那个礼物，我去解救的。我看到礼物在礼物在雪橇最上面。哎、欸，可是那一个没有红色的框框啊。你要拿了它才会有红色框框。哦，它就是它还没有被碰触过的礼物。
拿过才会有。对，拿过才会有框框啊！快点起来！哇，这边有那个哎、欸，烤肉架哎、欸！哇、欸，你们是剩下最后一个，你们就不想做事了是不是？哦，真的、欸、啊，拿到了！你、看，烤肉架会爆炸！哎、欸，谁把车开过来？快点！车赶快开过来啊！我去开，我这边应该有车。这个是什么？OK， 你们不知道是有什么生物？欸、哇！那是超大的水豚还是什么啊？还是旋转木马？车快开来！要来，我去开，我在开了，等一下。你再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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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瑞塔，你用倒退的、哦？你用倒退开车、啊，你没有倒退雷达，你还用倒退开车？滴滴滴滴，撞到东西了！你的雷达有问题，你的雷达有问题。滴，要对，要倒车，要倒车了！哎呀，卡住了，倒车了，倒车了，怎么倒不了？我倒不了，哎呦，靠背哦，真的。哎，你不是你不能开一台车来没有用啊！快点，快点。没有，他这个卡住了啦！啊，就你刚刚撞的呗！我想那里上去，糟糕，我被卡在这里。妈的！百八，不要再装莽了，最后一个礼物在我手上，不要再装莽了。Hello， 不好意思，那个小姐，你觉得你有可能一个人把车子直接用拉的吗？我刚刚就有这样救百八。你刚刚不是开车撞我吗？没有啊，哎呦，我还有没有啦？哎，我那边有个超巨大的水豚，哎，不是，那是海狮，哎，有一只超大的海狮，哎。小姐，可不可以？小姐后面有人，小姐后面。滴滴，我来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有一只海狮，哎，干超大海狮。好，赞，可以。可以，不要趁现在发作，不要趁现在发作都好，快点。哎，有个人还在卖海狮。哦，进了 ，nice， 返回圣诞老人 ，nice， 任务完成 ，nice， 干圣诞老人开雪橇把我撞死、欸，哎，我走了，哎，没有付钱啊，我要笑死，还没付钱呢、欸，我不行了，他还没有付钱，贱人，很难没有很难啊，逛街就会过啊，傻眼。看看雪橇就会，看看海狮就会过，好吗？哎、欸，有一个紧急情况哎、欸，紧急情况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一直都是，一直都是紧急情况。Emergency。好，所以就三关啊、喔，就这样破台了。没有，其实还蛮多关的。真的吗？有个停止火车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要这个。我要这个，你要哪个？停止火车，因为它是那个啊，一左一右，一左一右，你知道那个吗？就是两个人要同心协力的那个啊。这个啦，就是很像撞车的那种吗？对啊，就是以前的煤矿，对，go，但是我们衣服就这样子，不能就我们衣服没有换回来，我要换回原本的衣服，现在要换啊，要怎么换啊？哦，好，有了，我的小鲜肉，哦，瑞塔快，为什么我不能换？哎，谁怎么突然进衣间？然后有一个人很快速的闪过去，对啊，撞到我。哎、欸，有青蛙哎、欸！啊，好，小鲜肉，有小庄的青蛙哎、欸，还是青蛙吧，是青蛙吧，还是酷。热狗还有什么？哎、欸，潜水人太夫哎、欸。OK， 赞。好，那不然开大台的好了。哦，电风扇是标配耶、欸，这里面是有电风，真的可以带电风扇、欸。我去。为什么这么难上去啊？咻，哎咻啊！我刚才也一直觉得为什么这么难？不合理。OK， 哦，那我还是热狗。哎，看，觉得热狗比较，热狗它扭起来屁股真的很好，比较好笑。热狗棒，我觉得还是老瑞最好了。老瑞啊，对啊，他这边没有老瑞啊。对，他这边没有老瑞，确实是有点可惜。没有那个老瑞，哎呀、啊，老瑞。OK， 上车了。为什么这个都……啊，有，好，不是百八，快来啊！你不要拿电风扇。来了啦，拿电风扇没有用啊。很热，你把衣服脱掉，你不要穿成那样啊。我们要去沙漠，沙漠很热。多热！热死就咚咚，电风扇吹。哎，这看起来有点危险，这看起来有点危险。百八下去，百八下去，把百八推下去，快点，把百八推下去。我们要这样子，我们要上去，对不对？
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不会动？快上去，快上去！快点，快点，你快点上去啦！快点啦、啊！等一下，我上不去啊！哇哇哇！喂喂，哎、欸，我游戏是不是断线啊？没有啊！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我的画面不会动呢。你按 ESC 啊，重生啊！啊哥，我把爸爸推下去，我也死掉了。OK OK， 好，上来，上车，上车。你们俩都死掉了，我来看一下哦。继续上车啦，上车啦，上车啦！哎、欸，瑞塔，你怎么不见了？哎、啊，我要干嘛？你在哪？我在车子里面了。你怎么进车的？你怎么进去的？我不知道。啊、欸？不是，也不在车里，我在车。哦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，我可以中途加进来吗？我卡 bug 了，我可能要断掉重连。你看你们按那个、啊，所以你不能重生哦。哦，没有用哦。对啊。我们就看到，我看到你在后面哎、欸，走开啊！不是啊。这游戏就是要这样玩啊，哎哎，百八离开了，对啊，百八离开了 ，Rose Rose left。哦，所以如果瑞塔有拿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啊！哇，我是沙漠中的，沙漠中的一条热狗。我来看一下我怎么加你，来，哎、欸，你邀请他、欸，邀请他就好了。要邀请吗？邀请看看。会。哦，我看一下，可以，这有所以有一个重力加速度。连线，哎呀，怎么邀请？滚滚滚啊！可以，设置控制付设置哇！哎、欸，不过我们先退中断任务。好啊，然后我再给你中断重开。哎、欸，然后大厅邀请嘞。哎呦，那我要先断开连接吧，好不好？你现在不邀请他吗？哦，好，那你邀请。玩游戏，对啊，百八怎么那么容易就断啊？他很常……哎，对，百八最近比较不稳一点哎、欸。对啊，他还……为什么啊？你确定你是300吗？我的 OBS 也断了，为什么啊？没有，他可能是他那个有可能是那个什么，哎、欸，就是社区的网络有问题啊。对啊，没有道理啊，有可能社区网络有问题。因为我是自己签的，我不是那个。对，我们都算是自己签的。我们就是会过社区机。就是你那个你如果有这个，你可能要请那个社区，就请中华电信去社区，反正就是请电信业者去社区帮你看一下你网络的线。你应该不是中华电信的吧？你是不是、那个、永嘉乐还是什么台湾大冠品？没有，我中华电信啊。那就请中华电信来排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以，他会，你跟他讲，他就会叫你先去下他官方的那个测速，你先去看一下那个测速，因为他会跟你显示说，从他的机房送到你家的社区的时候，比如说网速是多少，哦、然后进到你的社区，再进到你的电脑的时候，如果有降速，那就表示中间有出问题。他有一个这个免费的软件、哦，可以那个对。好，我等一下来给我看。哎、欸，那烤肉炉会爆炸、欸，好好笑。对啊，烤肉炉会爆炸、欸。难度五，这是什么？任务，喂喂，有喂，烤肉炉会爆炸，他一定又没听到我们讲话，啊，这一定觉得搞什么鬼？哦哟、欸，那我们现在抽百八，我们就说百八就不行啊，这很烂呢、欸，烂透了，哎、欸，他讲不到两秒钟的话就消失哎、欸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哎、欸，我应该我那个热狗会弯，整个很弯很驼。你是热狗装，当然会啊，很驼哎、欸，腿太多了，害怕腿太多了，我不小心把游戏整个都退掉了，游戏都关掉。哎、欸、你说你那个弯，你看我这样拉你，你的那个衣服也会扭曲啊。对啊，很好笑哎、欸，那我再断开一次连接。好，等百八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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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这我平常自己玩，我平常自己没有开直播的时候，我觉得都还好啊。因为没有 OBS 什么，我就没的。对，哎，可是也不会，也不至于，因为如果他是双机直播就没差。所以我没有，我一直以为双机吧，百八双机吧，他还要开皮，他一定要双机，他怎么单机？没有，现在单机啊。单机，但我觉得感觉比较像是你网络的问题、欸，因为网络跟显卡没关系啊，对啊。
因为对啊，因为跑不动也不应该是网就断掉啊。对啊，没有道理。进行游戏。灯泡现在是啊，现在是放寒假。我刚才讲说，灯泡怎么现在是站在看台？长大啦、啊，灯泡已经长大了。他长大，他确实长大。灯泡从小看到大、欸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灯泡也算是从小看到大、欸。对啊，灯泡十八岁的时候，百八还是十八岁。没错、啊，好可怕哦、喔。百八都偷玩啊，都不开直播啊。对啊，这百八确实是啊。现在我已经没有什么会被人家说不开直播的，因为我一整天都在开直播，我已经没有这个缺点了。哦、你不是，我有开到一个，我已经开到大家都去睡觉了。你是开挂、啊，我是开挂。这个说起来应该不是那个意思吧？应该不是那个开挂的意思吧？开挂，上车。不是你为什么不去开别台车？你就是很不是啊，我们就一起一台车，这有什么问题？奇怪、欸，奇怪，你去开别台车啦？你也奇怪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开一台其他车？你很奇怪、欸。对了，我不用开车，我们等一下是不是就会在火车上？你为什么要开车？这个车根本就不会在。我不是选火车、欸，我选另外一个。哦，那个电力那个、哦，一定也不会有车了。对啊，因为我想说火车那个，我好像不知道要干嘛，想说不是，是刚刚就还没有要前进、欸，那个要前进、欸，沿着 A1 隧道前进。这是哪里？这里不是火车啊？这是哪里？哎，那不是讲不是火车啦？啊、哦，我知道了。他这个一定是 要，他这个一定是你要去开一个开关，然后把那个隧道口打开，然后再往那个方向前进。就我们可能要去找一些什么闸门什么之类的东西。A1 啊，对啊，因为这是 A1 啊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开关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开关。爸是不是？阿甘利赫又断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不行，哎呦，断了。我怎么说又呢？对啊，哦，好烦啊！百八近期会不会就有那个啊？最近网络真的不行啊，好想开直播、哦。百八刚一定是故意一定是故意关掉麦克风，然后就哎，看、欸、你没有听到我讲话吗？哦，看怎么会这样啊？啊，我要去死！然后再把游戏关掉啊？不啊，怎么会啊？哦、啊，然后就发现其实是他自己程式开太多。就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就不他不想开直播、啊，可是这个跟程式没有关系啊，他可能自己什么东西开太多啊，然后什么特效，他上次因为他上次有一次他 OBS 你怎么好像在，我觉得怎么就好像有在哪里被人家这样讲过这句话，好少，好恶少、啊，瑞塔在凑两个，瑞塔对啊，好耳熟啊，在哪里听过啊？是不是在哪里听过？没有啦，我怎么会凑你们两个呢？你们两个都有没有啦，你怎么会不凑我们两个呢？你怎么会不凑呢？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就。不会有这个问题啦。嗯，等下沿着 A1 隧道。哦，下看呢。啊 ，180 left。对啊。Left， go left。我好难过。那我们现在要鬼转斯普拉吗？不是，它是语音问题，不是吗？好了，我先。没有，我就是网络问题啊，所以就是如果鬼转斯普拉，哎、欸，所以你的那个什么啊，你刚刚在游戏里面啊，你把皮关掉吧，你把一些东西关掉嘞。是你现在要一个 VTuber， 你现在要一个 VTuber， 然后把皮关掉，那他成了什么 Tuber？ 他就变成一个 Tube， 变成一个水管，他就变成一个水管者吗？变成一个水管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kana 180 Tuber。我不管啊，现在就是而已啊，就是跟他就变成一个 tuber 而已耶、欸啊。他有时候打斯普拉，他也没有在开皮啊，他没差吧？对啊。你，可是我觉得你皮的问题吗？我觉得不是皮的问题。他看起来比较像是网路问题啊，但是如果以瑞塔的排除法来说的话，他就是你逐一检测，然后把东西关掉，然后再开，如果没问题，对啊，对。因为有的时候，如果跑不动，网络确实会有关系。可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效能，就是很少机会啦，很少机会啦，看起来机会比较少。对呀、啊，沿着 A1 隧道前进、啊。然后再不行的话，你那边就先下播啊，然后继续啊，应该还是可以啊。对啊，然后就发现可以。欸、你们要再重开一次吗？还是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要不然这关这一定是有关卡的吧？可是我现在 CPU 才用17%哎、欸，没有没有。那你的网络，你看它的，你看网络，你看网络，你看网络。网络要怎么看啊？就是你点开的时候，它有一个，你有看到你不是有 CPU memory， 然后什么 GPU， 你有看到这些东西吗？
CPU 好，你在 CPU、哦、对，你在 CPU 那一格上面按右键，应该会显示有一个网路或是 network， 你点下去那个就是吃你网路速度的东西。CPU 右键 network， 哦，有哎、欸，对，网路，然后你看它显示，比如说多少 Mbps 啊这样子。那其实应该十几 M 而已啊，那就还好啊，那其实就还好啊。你现在跑最高的是什么？你可以在、啊、你可以在你的 CPU 跟 GPU， 你 CPU 先点一下，它就会跳到吃最凶的 ；GPU 点一下就会吃最凶，然后记忆体就会。你现在看一下哪一个，你的现在哪一个趴数？你现在趴数多少？各个的最高。你说什么东西？你最高趴数现在是多少？我看不懂。CPU 上面不是会有几趴几趴吗？对啊对啊，十几趴十几趴啊。那个记忆体嘞？记忆体也没有很高啊，40%、啊、应该还好啊。还好还好啊。 GPU 嘞 ？GPU 20%而已嘞。耶，还好啊。网路嘞？1%。网路它没有写趴数哎。哦，没有写吧？那你现在最吃网路的是什么？不要再吃了，最吃网路就是你，一直吃，不要再吃了。我看得出来最吃网路的那个吗 ？OBS 啊，你在那个 network 上面点一下，它最高的就会跳到最上面了。我想说，没有事情，我说不然我来吃一下。啊，没声音了，没声音。哎、啊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应该不是百八问题，我们这个有延迟，我改一下位置哦。香港，香港不可以。没有邀请吗？没啊，因为我想说等你们。你先邀嘛。你先邀。邀嘛。我最吃的就是 OBS 而已啊。那应该还好，我觉得听起来看起来都超级还好的、欸。我也觉得听起来都，我也感觉都超级还好，感觉不是电脑。哎，是不是有开顺便开什么东西在下载或者在上传？没有啊，都没有，都没有。不合理哎、欸，这样听起来超级不合理的、欸。我也觉得超怪的。可以邀了吃东西的小姐，我、啊、邀吗？哦，好，百宝都进来了、欸，好，对啊，是你，烤烤烤烤烤烤，好饿哦！我听这个声音效真的好饿哦！烤烤烤，我是不是还在大啊？烤烤烤，你说大便很大吗？大没有大便大，烤烤烤，我搞不好还会长高，撒卡纳190，明年频道就改名字。好好，火车，走，好车，不成功变成人。等于说，不要开车了，出发了。阿洛洛嘞，阿洛洛在这，在这，在这。我要准备下去了。喊这么大声，哎、欸，啊对对，下来了啦，下来了啦，下来救你。火车，好车，好，先来一个火车便当。Nice！ 啊！靠！哎、欸，有个人下去了。喂，我没有下去哦、欸，我没有下去哦。哎、欸，你们跳下去会有成就呢。我知道，我刚刚已经有那个，你早就拿了，好不好？我在猜这个啊，他的推下去，他的那个过关的要素是叫做这个停止火车。好，我们要停止火车的前进、啊哦。我们应该是跑到头就好了吧？没错。好，举起右手，举起左手，往前跳。来成功 ，nice！ 没有用啊！我操！嘴巴是不会，我不会啊！哎、欸，你们怎么会那个东西？左手、右手跳，两手伸起来，你要两手举起来。哎、欸，我，我去哪裡？我现在看起来像个小朋友一样，我就这样坐在木头中间啊！看我要笑死！我，而且我，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动。哎、欸，瑞塔，你可以把我拉起来。我没有办法动，什么跳？跳！我没有办法动，你可以拉我的手吗？麻烦你哦、喔，可以吗？哎、欸，你怎么？百宝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爬上去，你要两只手要一起举起来，然后抓住上面，然后按空白键跳起来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瑞塔，我跟你讲，当初最好笑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当初最好笑就是你现在的位置。来，我们往后面看，现在就不急着前进了，现在就是要享受这个游戏最好看的时候。
你知道当初为什么我会觉得好像，因为我已经先到这里啊，我要等你嘛。百八是那个远方白白的那个吗？还是他根本还没过来？根本还没过来？不是啊，我还在木下，我根本上不去啊。等下，左手右手攀上去。哎，你有看到百八从右边，百八从右边，他远远的从右边露出了那个鸡头，你有看到吗？对啊，这样他不会上去啊。我跟你讲，来百八，我跟你讲，你抓住以后，你的滑鼠要往下，他身体才会上来。对，你要两个手，你要两个键一起按。哎，没错没错没错哦，小朋友在，你知道小孩子在学爬的时候，滑鼠要往下，谁知道滑鼠要往下？老板，你刚刚胯下，我刚刚完全破皮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有了，加油！不是，然后放开就会掉下去啊！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不是百八，我跟你讲，你先在空地，然后按身体左手，再身体右手，然后往前跳，抓住之后，然后滑鼠往下滑，它就会往上爬了。你不能直直走的抓，会位置太低，你要跳起来抓住。诺诺，你可以开始转播。你说转他的、喔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要怎么转他的。我看一下、喔，我要转他的，我看一下他的台啊。我以后应该先把这个设定好才对。我看一下、喔、啊。现在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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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觉得我设定好他，有点信心了。连个头都没看到，有什么信心？可以，他似乎想要再做最后一次的挣扎。打不了。啊，可以可以，究竟是火车先？等一下，大家等我一下，我知道大家现在心急如焚，看不到画面，哦、我马上不是翻这个，哦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要到底是什么不是呢？這個、哦，那是啊，妈的，不是那就上不去啊！等一下哦，大家等等哦，画面马上就来了，请稍后片刻哦。然后等一下，可以，好。哎、欸，你真的白白真的是以前的我哎、欸。对啊，你现在就这是不是真的很好看？对不对？嗯。怎么可能？不是就真的上不去啊？还是要拿那个小箱子垫脚？不用拿小箱子垫脚啊。不用拿小箱子垫脚、啊。之前露露就一直笑，一直笑，一直笑，然后我就觉得很难、欸。怎么可能那么好笑？对啊，怎么可能那么好笑？真的上不去呢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这边我没有百八的画面？为什么？没错，我现在在看戏。我要直接看他的，我要直接来看他的那个。那是怎么可能呢、欸？哎、欸，没有画面呢、欸。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我是可以直接跳那个大颗的箱子吗？还是我一定要跳那個？可以啊，大颗、啊、没有，它有一个小颗箱子，然后你再跳大颗啊。啊，我刚才直接就跳大颗的、欸，我们跳小颗的、欸我刚刚是大颗跳没成功，跳到小颗去了。我两颗都跳哎、欸。不是啊，我就会攀着边边，然后上不去啊！攀着边边，然后要怎么上去？你不是180吗？你脚跨一下就可以了。我角色没有180，我角色长得跟鸡一样矮。没有没有，你要等一下、哦，按你那个小箱子哎。小箱子，那你就先把小箱子推过来啊！中箱子，有了，中箱子，有了，来了，可以。好，举起你的手，举起你的双手，我要先跳上去吧。好。你先去拿中箱子，你不要再盯了啦！你没有，不用拿中箱。百八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啊，对对，你在往上，你不是你跳小箱之后，然后你的手要举起来，你手要举着，你左手右手，左手右手要举着，一起点，对对对，你不要分左手跟右手一起按呢、啊，右手一起点呢、啊，哦、你会吧？对对对，我然后滑鼠往不是对，然后好碰着，然后往上、哦，左手右手一起按，然后啊。对，一起按。你就不是，其实你跳那个小的，你上你大的就上得去了。对，跳不是，它中间有个洞，你要先跳，不是往前走。什么洞？你先上小箱子，你先小箱子，你把它推，你小箱子先拿，先推到那个大箱子那边去。不是，是拿小箱子。拿了。不是你们有延迟哦，对，有延迟啊，可以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要跳上小箱子吗？对吧？对，跳小箱子，然后再跳大箱子。简单，你刚才简单，你已经过20分钟了。简单、哦，好笑都不好笑了。对啊，我你又下来，可以。王之百八呢？我是说拿中箱子，不要拿小箱子。中箱子、哦、我要去拿我的饼干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差一点就要上去了哎、欸！我刚刚差一点点呢、啊。
不是啊，这个中箱只有啊，推推推推推，我推得动吗？我推不动啊。可以啦，它的中箱不行吧？什么东西都哦，中箱可以，中箱可以。百八刚刚就。他用拉的是不是可以的？我看我们这台，我们这火车，他可能都已经要撞到撞毁了，百八都还没上来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火车可以环游世界的。哎、啊欸，不是百八，这游戏你就想，他就跟那个叫什么，那个糖豆人一样啊。你那时候就玩的蛮不错的啊。啊，你怎么现在变成啊？你怎么把自己？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关厕所？你为什么要关？我自己。对啊，你为什么要关厕所？糟糕，糟糕，完蛋。哎，我跟你讲、啊，你按 ESC 复活啦、哎！你要不要复活、哦？对啊，你要不要复活、哦？回来了啦！你的复活可能就会回来了。哦，我在旁边了，我在旁边。好了，好笑的点不见了啦，没得好笑了。我笑死！啊、哦，真的要气死！我掉下去！哦，我真的要气死！真的很难的，我真的不懂他那个逻辑是怎样的。那这……我现在觉得我身轻如，我觉得我跟百八比真是身轻如燕哎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哎，拜托，你是受过我给你的洗礼耶、欸！当初你看看我啊，不是吗？你要我回去剪精华吗？我就把精华都剪一剪喽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又退回来？你刚不是才过来？你怎么又退回来？哇！哎、欸，你刚刚说什么、欸？我觉得我现在身轻如燕。哇啊！你是在学我还是？没有，我本来就这样。哇！好了，我要认真了，不跟你们玩了啦，我要先过去了。好，认真啊。认真啊！大家都认真啊！哇！我认真死亡，认真死亡！哇！你认真过随随便便是一样同一个下场。不是瑞塔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，你根本就是直接自杀！不要抓住！哇！啊！抓不住！可以啊！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刚才本来都已经过到一半了、欸，哎，可恶！哎、欸，我这个如果稳了，稳了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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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了，我过来了。OK，nice，nice，nice、okay, nice, nice.。好好好，我看你们，我看你们，我看你们，一定好看。来，极致响宴。好，我们的蓝色热狗选手瑞阿塔，勇敢的迈向他人生奥运的跳水的这一步。他现在要使出的这一招是所谓的零水花空中降落。好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来，我们阻止他过关，阻止他过关，下去。阻止他过关，阻止他过关，阻止他过关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只要啊下去了，够飞有力。好，我们的这个白色小鸡沙卡纳180，这个从头到尾呢就没有离开过任何一块木板。好，他用他黄色的小脚脚，黄色小脚脚。好，我们的瑞亚塔再次使出零水花落水之术。太难了。好，我们再看到了蓝色热狗跟这个白色小鸡，他们似乎是啊，白色小鸡好像已经放弃了，连路板都没有上就离开了。好，蓝色热狗，我刚站起来，哎，我刚站起来，哎。蓝色热狗跟白色小鸡在玩的是这个。跟大家讲啊，吃你在车上吃东西，记得要关窗户啦，不然会变这样子、哦、不一定吧？你要看你的东西重不重吧？热狗可能会喷出去哦。应该不会，应该不。你热狗要手要伸出去，热狗要怎么样？白痴哦，难跳了。哎、欸、哎。欸你看哦，我当初玩那个什么木筏，我帮百八盖那个房子，你说有没有道理？是不是就在为这个时候训练的？就百八还在那边怪我、欸，真的需要哎、欸，对啊，这个操作比较不合理、啊。好，蓝色热狗，蓝色热狗，蓝色，蓝色热狗，蓝色热狗蛮稳的哎、欸。好了好了，不害你了，不害你了，来蓝色热狗。不是我在想说，哎、欸，后面很难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是只要按复活就会啊，不会，不会哦。我们要前进，你复活才会。你这样子他会讨假包呢、啊哦，你不看小弟了，你不看小弟了，哎、欸，你看你救他了啦，哦，看，前进了 ，yes， 哦，你救他了啦，哎、欸，原来踩到这一块就算了、啊，我以为要过去、欸，不是那个，看、啊，看你不能，那就一关一关的，你还救他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以为这个是，哇，这很难、欸，我等一下，我。哇，不行哎、欸，这好难哦、喔 okay, ，这个我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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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对我来讲轻而易举。伸起左手右手往前跳，然后再往前跳，抓住抓住抓住，然后爬起来爬起来爬起来就对了，爬起来就对了。好，百八你走，你自己走、没有，我是
左手右手举起来，肉肉教我的啊。对啊，左手右手举起来真的很重要。你把小弟送下去。哎、欸，瑞塔可以借过吗？可以借过吗？可以借过吗？我要前进，我要前进，可以借过百八借过，我要前进，我要前进。你先下去。我看百八，你这一关你如果过，我看你很难。我看是很难。哎、欸、你怎么会？对啊，百八怎么会这一关不行？高了。内裤都流出来了，这关好难哦！我到了！会啦，我觉得不会，我觉得不会。百八说他快到了，我看你在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下去了？为什么？哇！我觉得你看，往前了，到了，超过了。好，没有，这车子已经要爆炸了啦！啊！过来，靠！没有靠！哎呀，很难刹车！到，不要推上去，抓住！哇，不行，下面的速度太快了。啊！来吧，你确定你有上第二块吗？对啊，你确定有上吗？哎、欸，不行！啊！哇！不行啊！这个重力加速、啊……你看，这不就第二块了吗？啊！第三块！好，还是不然用直道。等一下，走开，让一条路，让，我先让，我的路线了。好，走，下来啊！抓到啊！看不行啊！哎呦呀！我就看到我的胜利路线了。哎、啊，你怎么又下去了？啊？怎么会说又呢？哎、欸，很难呢、欸。这是我的必胜啊！皮小啊！有了 ，OK， 有了，我咬了，我看到了，有了，我看到了，我也看到了，看到了啊！差一点啊！可恶。百般你太心急了，你不要那么心急，就不会了，你就应该就过去。我想说我蜻蜓点水一下，没有，你没有蜻蜓，我就轻轻的哇一下那个木板，然后就过去。哎呦，他醒来，你是鸡，他小鸡点水，他醒来没事，等一下，你是老鸡点水啊？好不容易复活，哎可以，哎百般我们这样说不定可以。我们就这样往前，我们就好，跑起来！你们这样可以，我觉得不错哎、欸，我觉得来瑞塔，不要，瑞塔走了，瑞塔走了，试试看，瑞塔走，你把他送走，我觉得你可以，但是我不行啊。哎、欸，抓到一边！冲刺，快点，百八冲刺！等一下，好，你不要，哦，先生，怎么又是你先生？不是，我不要跟你一起，好欧的啊，又靠背了！啊！轮流，高进来，你换，不是肉肉每次掉下来都在那，哦，烦嘞，我 C 位啊，等一下。然后他就一直死，然后他就掉下来。你是没有一只死，你是没有一只死吧？哦，我到了，到了！你快走开，你挡路太挤了！哎，抓紧啊！我是小鲜肉。哎、欸，你不是按 shift 的真的可以跑步吗？按 shift 的可以跑步啊，可以看有按 shift 的是可以跑步。可是按 shift 的就会跑太快啊！我刚刚就是跑太快了，然后就飞出去。我觉得我就是速度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啊，你快啊！哎，从这里跳过去，抓住啊！我知道那要快，应该就是要再跳第二段了。对，差一点！你没有差一点，你差蛮多的。我差一点，冲跳！你差很多哎、欸！快，不行啊！哇，危险了！差一点，走开啦！真的啦！这个抓住啊！可恶！那么难啊！好，我要靠一股冲劲，靠一股冲劲下去，看，你这股冲劲很冲哦！又下去，哎呦！
我已经知道诀窍了，我已经知道诀窍了。啊、好，我要等他们两个先去死。快快快，你们赶快下去！赶快下去！拜拜，快点！你那块，你那个真的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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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三块，第三块，哎，差一点。我、欸、真的，我要偏右一点点，我要稍微偏右一点点。哇！哎。我们会不会卡在这边就永远过不了啊？我也不会，其实冷静是可以啊，因为我刚其实是有成功上去的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我、哦、靠，你干嘛撞啦？哎呦，急屁哟、喔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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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三块第三块第三块，哦，百八块，呜呜，你们两个臭乌龟！哇哇哇，百八到了，那就搭他顺风车啦，那就搭他顺风车啦。我觉得百八没有没有，我觉得百八等一下会在那，他会过那个鬼的时候就会掉下来。以我对他的认识，我应该下一关了。哇，没有，他那个在下一关啊。还没到下一关，他要踩上去才行啊。他摔下去就没了。欢迎回家。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。我靠！我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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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靠！我到了，我到了，哇哇！我到了，我到了，一定，你再跳一次，你再跳一次，你再跳一次给观众，再跳一次啊！对，跳一次给观众看啊！我从这个角度看很好看啊！来来来，怎么可能？我就你站好，我想我比较想问你是你按、啊、你站好好，怎么会摔？哦，百八可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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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同一地方跌倒两次吧。好啦好啦，救了你们，救你们了啦，救你们了啦！哦，还不是要靠我？哎、欸，你们真的这样不行哎、欸！哎呀呀！哎，我要橘色，我要橘色，我要橘色，蓝色，不是，百般走开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要怎么用？这应该要这样吧？挂着挂着就滑过去就好了，这么简单？哦，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！哎呀，呜、哦！不是、啊，我拿不起来这个钩子是怎样？哎、欸，这个钩子不错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不错，我觉得百般一定会失败，一定会失败，一定会失败。不是这个钩子，不是我身。瑞塔也有可能会失败。哎、欸，还不错哦、喔，轻轻松松。不是，问题是我拿不下这个钩子，我要红色的。你不要一直吸那个铁片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啊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哎、啊，钩子在那转呢，钩子，钩子是钩子在那转。哎、欸，我从上面看我的背影很汤哎、欸，哦，不行不行，这样太不会啊，我看。女郎在吗？女郎在吗？要从上。这个是不是这个他那个热狗面包是不是太长了？我也觉得他的白包。白包，你这样子会找我？不要！我跟你讲，风火轮不是这样。不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屁啦，他勾不上去啊！等你啊，我们没有赶时间，我们没有赶时间。等一下、哦，人家、哦，人家是用上面勾，不是用胯下过来的呢。你确定你有穿，你有穿那个兜裆布还是什么那个什麼？你下面有穿好吗？防起火的。对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你要防起火呢、啊啊。跳起来，这不是跳起来就勾得到了吗？勾起来，对对对，勾就勾啊！确定勾住才能，对对对，你要去勾住，然后放，然后好走。然后走，然后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，上来。海豹可能连这一关都过不了，我觉得。又下去了，我到了，我怎么又下去？好了，救他了，救他了，救他了。海豹怎么会？怎么会又呢？哇，前面又一个哇哇，而且是一样的关卡。出一点新的关卡好不好？哇，我一次过，一次过，哇哇哇，一次过哎、欸，哇！简单，那、啊、不就是一次过？我也，简单，简单。哎哎，我阿塔加油，阿塔加油，阿塔加油，阿塔可以吗？面包皮太长的阿塔，哇哇，阿塔可以，阿塔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你抓起来了，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你可以，对你只要往前，对对对。对对，冷静，沉着。哦、oh, ，nice！ 面包皮看让我看不到木板。买来这里好啊，不要躺着，赶快起来。怎么没办法过去？他出来用 baby 流，然后 baby 流去哪？失败。可以啦，我快到了。这句话我听了大概。欸、等一下是不是要爬那个木箱了，爬你妈木箱。
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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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金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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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！我金币的操控，我要往生，我要往生。我要对，真的，我觉得今天笑点都在百八身上，都在他身上。没，这找他来就是这样啊，因为找你来的笑点已经没有那么高了，所以只能。对啊，毕竟我也是，毕竟你已经是体，你已经是体验过的了，已经。对啊，前辈真的就不一样，就没那么好看了啦。没错，永远都是新人最好看。谁要看熟门熟路的操作、啊？哎，不是又有木板，又有木板。我刚才想，我还想要用那个要用那个木箱把百八打下去。不可能啦，怎么可能？不是瑞强，你的热狗粘到我的脸了。不是你放手啊！不是你粘，你热狗粘到我的手了、啊，你的热狗太粘了。你左手，你的左手放掉，你左手放掉，是你左手，你不是我要爬过去，你看，你看，哦哦，过来了，我过来了，哼，乌龟，不用爬，好不好？走过去就好。啊，简单啊！快快快！嘿，这个不是最简单的吗？这不是一开始吗？哇、啊！干、啊！啊啊啊啊没有人过去，每个人都说最简单，然后没有人过去。哎、欸，不行啊啊！我真巧，简单哦哦，我知道，旋转到了，我知道了，旋啊啊啊啊啊！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什么？啊啊、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看到路线了，必胜。哦，阿塔好像可以，阿塔啊，阿塔不行啊，哎，不小心按到那个了。你说必胜客？对，必胜方法，必胜客啊！抓住，哎、欸，可以可以，过关了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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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通过声就过，过了过了过了，好好好好，我要去过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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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停止火车，停止火车。啊，我知道，因为它是哪八星吧？哇哇哇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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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有了，举起左手，举起右手，往前退，快快快！好好好，哎，这个游戏到最后还是得要靠我才行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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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来了啦！哎、欸，不是他一个人，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哎、欸。你们帮我推，啊、快点帮我推，帮我推，帮我推。你不行吧？不是要推去哪？不就推去推到底就好，推到底就好，推到底就停住了。OK， 奶叔。没有啊，百八根本没在，百八根本没做事啊。对啊，可以下车，应该可以下车吧？哦，可以下车，可以下车。赞哦，刚好结束，赞的 damn dream， 赞，刚好今天圆满功德，哎，刚好下车，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可以可以，赞赞赞赞，错哦，啊，前面不能过啦，不是啊，我们要去哪？就这样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好、哦、回来回来了，啊，后来、哦、我要笑死，好好好笑哦，太好笑了，太白痴，哎、欸，我好想要玩一下那个。欸、我们最后带着大阿宝一起下播，我们去找那个篮球。好，我们找篮球。好好，举起来，把它举起来，但只有一颗，另外一颗不知道是借谁。对啊，上面会有分数啊。跳啊！哎、欸，你不是180？这件事情不困难吧？知道跳。会，借我灌篮。行不行啊？防守。行不行啊？灌篮。防守，盖火锅、欸。不行哎、欸。我觉得旁边那个画太碍事了，我也觉得。哎、欸，好，可不可以啊？哎、欸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。来换我，好，换你换你换你。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是不是会往后倒？是不是觉得奇怪？为什么会往后倒？是不是觉得奇怪？你们要站罚球线，你们要站罚球线。是不是？是不是会往后倒？很奇怪。哎，从下面上去不算，不可以从下面上去不算。要玩篮球机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刚刚有过啊，怎么会？百八，你没，他那个没有抛物线。有有有啊！我本人有抛物线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是要篮球，不是你。你拿错东西了，拿错了，拿错了。哎呦，不行，好啦，我差不多我要先下线的啦。好啦好啦，感谢感谢啦，感谢啦，谢啦谢啦，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，再约再约，拜拜拜拜拜。好了，非常感谢各位收看今天中午的这个社畜陪伴台哦。啊，今天是星期五对吧？今天星期五对吧？
没错，好，这个这一周的假日要来了，非常恭喜大家，今天要开始继续开开心心了。那也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今天中午的欢笑发米小联动之台，望大家欢喜欢乐。那我们下一次呢，有机会很快会跟大家在线上再见，请大家敬请期待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先把这个台呢先锁定在我们的这一个。